大家收睇香港足球总会八周年嘅国际友谊赛啊！咁咧就系由呢个红色衫香港代表队咧就对蓝色衫阿根廷啊！咁啊今日咧就喺明珠台播，咁但系咧透过商业系统广播咧一样可以听到广东话旁述噶。咁啊旁述阵容咧就喺世界杯以后咧就最强嘅一次啦！啊，除咗中者之外，阿迪啦、阿何辉啦，加埋阿 Keyman 啊，咁啊至香港队阵容喺荧光幕打咗啦。咁嗱，叶鸿辉啦、啊李志豪啊、科夫、聂凌峰、黄杨、徐德瑞、李威廉、张建锋、陈伟豪、高凡、谷盈智啊。咁啊赛前咧就教练金本刚话尽量会选一啲体力好嘅球员啊。咁我谂个意图咧都系希望咧系逼呢个阿根廷打啲真功夫后辉啊。系啊，咁啊就阿根廷其实咧啱啱喺鸟巢咧就同咧就巴西嗰一队踢完啦。嗰场波其实佢哋都系占住好好嘅优势，不过咧最后咧就系输波嘅。咁形势好啊，但系巴西当时踢出好实际嘅足球啦，就困扰到阿根廷。咁啊，可能当时个空气都困扰到阿根廷都唔定啊。今日佢哋出嚟嘅阵容咧都几特别。係啊，嗱，你講到個陣容咧，其實我諗亦都要考慮到咧，阿根廷嘅國家隊咧就啱啱同呢個大家睇到啦。咁啊，基本上咧，佢哋呢一班嘅而家出場呢十一個正選球員咧，就係上一次鳥巢咧完全唔同嘅，鳥巢嘅正選係換曬嘅。咁啊，包括咗有古斯文啦、維珍尼啦、雲基安尼、加高、奧達文迪、安素佩雷斯、希古恩、朗卡尼亞、班尼加、加坦同埋呢個帕斯托尼嘅。阿 Kim Man 呢個陣容點睇啊？呢、這個陣容咧就要慢慢睇啊，因為咧就有好多我都係未見過嘅，但係咧個後備席箱有好多人喺度喺度報住，都近我哋嘅，一陣間可以報道下。可能美斯啊、迪馬利亞下半場有機會踢嘅。嗱、呢個咧就見過啦。喂，呢個見過啦。咁呢個咪就係嗰位世界盃有份嘅日本球證西川雄一啊嘛。第一場嘅賽事咧就係呢個克羅地亞對巴西佢執法，就係嗰個十二碼判咗四碼。咁之後咧國際足協就話佢判得啱嘅，冇問題嘅嚇。咁但係從即係後期嗰個現場睇嚟咧，又似乎唔係，因為佢一路都冇得再做啦，冇得即係用主裁啦。喂，鍾兄，就補充一句啦，嗱，金冠軍咧今日對手阿根廷咧，佢有機會爆下冷嘅香港隊，因為個陣好似睇落冇咁強。不過都有嗱希古恩啦、巴尼加啦、加高啦、帕斯托尼呢啲，其實都有好多嘅國家隊。嗱，其實可以講下鍾姐幾句，可以講下個踢法嘅。今日如無意外咧，就阿根廷呢個陣容咧，帕斯道尼托尼咧就會係成為嗰、那個鎖匙人嘅。咁啊，班尼加會喺佢附近。加坦的突破力是非常之强的，另外当然希古恩大家熟悉了。是啊，班尼加在西维尔就是看得不错的。好了，比赛开始了，阿迪阿 Keyman 就扬言这个香港都有机会爆冷，你同不同意啊？咁啊，梗係有啦！我絕對係支持香港隊啦。咁啊，同埋再加上咧，其實咧近況嘅香港隊真係唔錯啊！咁啊，終於咧就喺即係多場嘅國際賽之中咧，咁啊啱啱喺10月10日啊，咁啊贏咗新加坡。其實咧個狀態啊，以及咧嗰個信心啊，各方面真係幾好噶。唔好理啦，陳偉豪呢下咧飛內線啊，因為呢個波咧俾佢殺到入去啊，都幾危險啊！咁入到去就係頭先提到啦，帕斯托尼咁啊，佢如果咁樣推入去嘅時候，入到禁區都幾危險。咁但係冇辦法啦，都要咧就落輸咗第一個角球啊。咁啊穩陣起見。咁啊同埋咧，你睇到就係喺呢個體能上啊，或者一個防守上方面咧，其實香港隊喺比之前咧嗰個部署啊，同埋嗰個狀況咧都唔錯。睇翻呢個波先升入嚟，都係陳偉豪頂翻出嚟啊。哇！陳偉豪就係香港隊嘅隊長。咁啊，香港隊除咗本土嘅球員之外咧，其實咧都揾咗幾位咧喺中。個效力的球員翻嚟啊，好似高凡啊、聂凌峰啊，咁啊同埋科夫，咁啊相信咧對佢哋嘅實力嚟講咧都有增冇減噶啦。好啦，徐德瑞放個直線上去點啊？唔係啊，壓曬啊，俾咗谷盈智先。咁啊啱啱提到谷盈智同埋徐德瑞咧，上一場對新加坡嚟講咧，就憑住佢兩個嘅入波啊，咁啊可以咧贏到新加坡2-1。咁啊睇下今場波佢兩個可唔可以一人整翻球咧？咁啊真係 perfect 啦、啊！好啦，張建鋒今日咧就握守住喺香港嘅左後防位置啊！咁啊，佢喺無論喺球會啊，咁喺傑志啊，同埋喺香港隊嚟講咧，喺個左後防位置咧，就無論經驗啊各方面咧，都係非常之足夠啊！咁啊，所以咧今日啊，金冠軍啊，阿 Kim Sir 咁啊，俾個位置進入俾你啦。咁啊，中間嘅位置咧就係科夫會拍住陳偉豪。咁啊，以前嘅拍檔啊，李志雄、陳偉豪咧，今日李志雄要睇一褪過去右手邊啊。因為始終咧喺個防守上方面咧，咁啊加咗科夫落嚟，咁啊李志豪咧都要睇一睇個右手邊，咁啊李志豪亦都可以踢右後衞，絕對冇問題啊！咁啊始終佢速度啊同埋包位嗰啲各方面咧都做得好好噶。好啦，呢個波偷到咯，哇！肯定睇點先，去到右手邊，波洛信左腳去尾柱，科夫頂翻出嚟，葉鴻輝到啦。
咁啊，雖然咧就而家上陣呢班阿根廷嘅球員咧個名氣咧就不及咧係坐喺後備席嘅班球員啦。咁但係講實力咧，當然係亦都係喺呢個香港隊之上。咁所以你睇咧，去到兩分半鐘咧之前咧，大部分咧都係呢個阿根廷咧控制曬節奏啊！你嗰波開出嚟又係俾人咧喺中場咧頂翻啊！好啦，今次咧就係黃楊咧揈到嚟，咁黃楊咧就係攞個足球先生啦，喺中場嘅防守能力相當強嘅球員嚟噶。好啦，咁啊睇翻呢個阿根廷。今次咧去到邊度啊？咁啊前邊咧就阿根廷唔係好多人嘅喎，佢後邊咧慢慢猜，咁佢哋因為用波能力較強咧，你睇佢真係好定當啊！係啊，其實咧就頭先都提過啊，就有幾位球員啊，絕對要留意嘅。依家佢哋嘅陣容咧，基本上咧隊長啊加高咧就會係鬥喺深啲啦防守中場嘅位置啦。咁另外依家亦都見到咧，就俾翻出嚟咧就係加高啦，再猜入去咧就班尼加啦。咁啊班尼加咧其實之前喺華倫西亞嘅表現都好出色噶，依家就去咗西維爾。但係呢邊咧有冇機會一個突破啦？一路推埋去嘅時候，好快又攞翻。再送翻落去俾門將，講緊咧就係古斯文啊，咁啊羅美路頭先咧亦都有幫助咧，古斯文咧就去熱身嘅。咁呢邊都見到咧就加高啊攞翻波啦，之前亦都有段時間咧效力皇家馬德里。咁就班尼加其實依家就喺阿加高前面少少嘅，追擊前鋒當然就係希古恩。咁啊留意一下咧，其實咧依家左腳去右邊咧嘅加坦啊，頭先都提過啊，咁啊近年咧喺奔飛加咧佢表現出嚟嗰個突破能力咧係非常之強嘅。咁啊所以呢班球員雖然咧就可能唔係話大家睇慣嗰班阿根廷。但其實他們本身在自己的球會，譬如華倫西亞、賓菲加、拿波里等等，都是有很出色的表現的。譬如說帕斯托尼在巴黎聖日門亦都是很具名氣，這個出球頂出來暫時還頂得住，不過在外圍有一點點麻煩了，因為被阿根廷又插到來。哇，今次張遠鋒情願被他劈劈你省，再回來這個球就是對方就是朗加尼亞吃住摸回個隔球，看看朗加尼亞在熱蘭亞的打熱蘭亞，今次就佢掟下球，咁其實呢班球員大部分咧，今晚踢完咧就全部要即刻啊夜機走啦。咁好多咧係禮拜六、禮拜日都有波打噶啦。曼聯、曼城禮拜六打啦，呢、這個巴塞咧就禮拜日有波打，咁所以佢哋咧嗰個真係都幾頻撲下噶。咁樣飛嚟飛去咧就都唔容易應付啊，兼兵啊，十幾個鐘喎真係。咁啊同埋加上有北京我過翻嚟嗰四個鐘，所以尋日原本有啲公開活動都唔搞啦，等佢哋休息啊。不過今日呢場波啊，中興其實都幾忐忑嘅，我諗作為球迷啊，當佢係想睇阿根廷嗰啲球星嚟計咧，而家就希望咧香港隊打好啲，因為越打得好咧，咁啊越遲入唔到波咧，咁啊美斯嗰啲啊早啲出嚟啦。咁頭先臨嚟到球場嘅時候咧，咁啊知道呢個陣容咧，就我問過嗰啲幕後搞手啊，佢哋話夾咗噶啦，就基本上咧啲主力咧應該係會出嘅，不過幾時出咧就睇時勢嘅啫。喺熒光幕就而家出啦，而家出咗啦喎，啱啱影到佢哋啊嘛。因為大導演咧，佢好似係特登。有一個鏡頭專係影住後備席啊！今日可能場按住都有人睇喎，那個叫助力都唔低喎，最值錢嘅一個後備席箱。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喺阿根廷嘅陣容咧，其實好扎實嘅啦。頭先何輝提到啦，我隊長加高啦，其實以打防守中場嚟講咧，佢堪稱係其中一個即係比較瀟灑嘅一個中防守中場球嚟嘅。咁啊有一段時間冇正選，咁啊而家咧又可以打翻正選。咁啊其實佢同法斯查奴嘅風格好唔同嘅，大家又可以欣賞下。你講加高咧喺世界盃決賽嗰場咧對呢個德國嗰場咧，佢啲後備咧係有上陣㗎。咁呢度希古恩咧決賽亦都有上陣啦嚇。咁啊，其餘咧就因為阿根廷咧係當呢個馬天奴接掌嘅時候咧，那個變動咧就唔係好大啊。咁不過今次嚟到當然有啲就係可能要唞唞啦。睇翻咧係呢一個碰撞先嚇。哇！睇到咧啱啱廖凌峰只腳咧爭啲啊踢到對手啊！咁呢個波咧，其實都有啲機會啊，去到咁啊，前邊啊擺咗個高反，咁啊高反速度非常之高啊，咁啊雖然話喺前邊嘅位置，但都比較挨左手邊少少啊，咁啊中間嘅位置咧都係咧就香港隊呢邊咧就會俾阿李威廉踢噶，咁之前咧就阿威廉啊，咁啊威廉王子咁啊踢右邊嘅進攻多啲，咁啊但係咧近呢一兩季啊，好多時咧都做一啲嘅好似一個中鋒啊或者副鋒嘅工作。咁啊，始終咧就可能咧日漸成熟啦，咁啊經驗好啊，入攝個時間啦，咁啊本身係速度高啦，入攝個時間好咗之後咧，其實喺前線嚟講威脅都好多。哇！今次又去到右手邊喎，咁啊睇到咧阿根廷呢邊咧兩邊嘅出波，尤其是右邊啊，幾次嘅傳中，咁啊好在咧就後邊香港隊後防夠曬多人啦，就係高凡啦，講到你啦，速度夠曬高啦，咁但係咧依下一拍就咧就慢咗少少啊，咁啊都出去橫邊嘅界外，買住左邊其實都幾有威脅嘅。再加上就係佢喺後上嗰個能力咧，亦都唔錯。咁啊，睇下啦，呢邊就你快啲啊，定話阿根廷嘅手係快啲啦？
鏡頭影到馬天奴啦，其實之前咧就係巴塞嘅教練啦，所以咧同咧就係阿根廷陣中啦好多巴塞嘅球員咧，其實已經合作咗咧就係一段嘅時間啊，咁所以咧就會係相當於熟悉，同埋都會對於佢哋嘅體能啊狀態咧會更加咧係有多嘅數據。咁事實上呢位教練咧就雖然喺巴塞唔話攞到好好嘅成績啦，但係過往亦都曾經咧當選過咧南美嘅最佳教練嘅。咁啊，佢啊接替呢個沙比拿啦，咁沙比拿就自動引退嘅喎，唔係因為話攞個亞軍啊咁樣，佢其實佢係球隊上下都希望佢繼續嘅，不過咧世界盃之後咧，佢只考慮咗一段好短嘅時間咧，就係告辭啦嚇，咁啊由呢個馬天奴咧係立即咧係走馬上任。所以沙比拿好多人中意喎，而家都即係一嚟嗰陣時印象留低比打得幾好啦，又幾有趣灰鞋咁，同啲球員關係又幾好。適時引退啊！咁啊，同埋佢執嗰陣咧，其實打防守咧打得好好噶，阿根廷喺世界盃期間。咁啊，到巴西嗰場咧輸兩球咧，都輸頭槌喎，又開始為人詬病啦，話馬天奴係咪後防咧就冇執得咁好咧咁啊？不過我覺得友誼賽又唔可以話即係太過認真去睇嘅嚇，咁啊少少嘅錯誤嘅啫嚇，輸第一球就大家爭頂嘅啫嚇，薩不列特同呢個法蘭迪斯嚇。好啦，咁啊睇睇呢個波咧開翻出嚟。大家鬥希古恩食住個位啊，咁但一甩個波咧就甩咗啦，攞唔到啊！後邊咧黃翻去阿黃仁再扯上嚟啊！咁想話咧係轉轉方，咁嚟一個咧係打快啲。咁但係其實老實講，你如果越撳住，即係你越搶上嚟打咧，其實對香港都未必有利喎，何輝啊！係啊，因為後面會有更加多的空位啦。咁啊，頭先其實慢鏡都睇到咧，就加坦曾經有少少犯規啦。咁講到馬天奴咧，其實佢教巴塞咧，可以話個時勢咧、時機就唔係太啱嘅。睇呢個波想塞俾咧希古恩，不過咧撞到後踭，跌到過嚟呢邊。加坦攞住波俾翻出去巴尼加，跟住咧俾入去禁區，其實都唔錯嘅策應啊！可惜咧就漏咗，嗰度係呢邊啦，李志豪啊穩陣起見咧都係安全第一啦，踢橫個波出咗界算數嘅。頭先講到馬天奴咧就的確嘅，佢嘅執教咧其實都係好能夠咧因應嗰個時勢咧係去點樣改變個陣容或者用班人。咁但係教巴塞嘅時勢咧，因為好多嘅主力咧似乎都係有少少過咗啦，09或者11嗰段嘅高峰期。所以解上嚟又是後防比較難搞。咁而家咧都仲係阿根廷咧就 keep 住嗰波啊。咁你話咧就喺嗰個保重球權方面咧，一定咧阿根廷咧呢邊會比較咧就好啲啦。咁但係咧睇到咧就呢邊嘅香港隊咧，亦都其實咧佢喺防守方面個布防咧個位置上做得唔錯啊。尤其是呢啲咁嘅傳中入嚟嘅波咧，睇到就阿陳偉豪啊，以及咧就科夫其實個位置唔錯噶。令到他們想傳入來的時候很多時候都被這兩位的今天的中路防守球員都可以瓦解到出來，所以在那個布防方面Kim Sir 落了不少功夫。好了，李明峰想嘗試再去，但這個球在左路想再推的時候應該剛剛推避過的時候都輸了界頭，又拍著這個後備席，真的不知道會不會真的拍著這個後備席就多人看一點就行了，始終都是粒粒巨星喺度啊！但系唔好理啦，场上面其实咧战况都几激烈噶。咁中场开始咧，就香港队开始就布防，咁由李威廉开始，跟住仲有高凡啦，同埋咧徐德瑞喺前线中场线嘅位置咧就不断移位，唔敢容易咧，希望咧俾到阿根廷呢边咧可以踢到啲地波嘅直线入去啊！宁愿俾你好似呢啲波咁啦，踢两边，咁啊踢咗两边咧，呢下踢大咗喎。打到咧係超過咗十分鐘啦，咁啊暫時香港隊咧都係俾人壓住嚟打多啦，咁啊李朝呢個波咧亦都係大腳想話清咧清唔到啊，好仲有兩個波啊，咁之前咧 Kimchi 咧就話咧就係譬如有啲林家偉啊呢啲技術比較好嘅球員咧，佢就唔會用佢先嘅，咁佢嘅選擇咧就係話希望用。即係較好睇你嘅球員啦，我諗佢而家亦都暫時都成功嘅，因為中間失幾密啦，咁啊科夫同埋呢個陳偉豪咧係暫時啲位置啊頂個波你好啊，呢個波避嗰個咁啊，但係咧係跟住打落殺埋你嘅就聂凌峰啊，咁啊呢個波係角球啊，睇到西川雄一咧直接埋嚟啊，咁啊聂凌峰咧就係喺呢個湖南咧係商逃啊，咁啊有可能咧佢完咗呢合約咧，有可能翻翻嚟香港都唔頂嘅話，而家暫時未知啊，之前咧佢打過兩件次嘅，你睇呢個波啱啱好啊。列明峰德國出世的話真的又是有力的，好了國球可出了，但是一批批出來是大家一起爭頂的時候，李志豪是頂走，這邊就踢不到的球就是徐德瑞，球證西川龍又追罰何輝，其實呢 Kim Sir 的想法都對的，先真的用有體力的球員希望手穩一點搶好一點，肯定啦，因為呢就阿根廷無論派出什麼人選的話，他們的班底實力那樣一定就是高於香港隊的，所以呢就要有好的體能儲備去面對對方的進攻才有機會就是縮短距離，跟阿根廷其實開波都已
依家咧個壓迫都做得很好嘅。但係呢個高波咧 set 翻轉頭啦，跟住咧可惜亦都係俾唔到咧自己隊友班尼加等等啊。呢度咧見到聶靈鋒啊有機會啊窮放一段啊，因為腳背咧扯嚟前面，高凡啊去放，不過呢邊就包曬位噶啦。見到咧就係維珍尼，維珍尼就係近年可能大家都會見過佢噶啦，因為咧就係新特蘭嘅球員都影翼隊啊，呢個靚仔樣啊。呢度咧再差翻落嚟，哇！一殺殺去，哇！快一步，如果唔係嘛，轉得靚，轉得靚噶，希古恩擺過咗咧，就火虎再轉嚟左手邊，有冇越位？冇事，繼續過唔到呢個榮輝，好嘢啊！呢、這個好嘢啊！葉榮輝咧就封翻個近處位，哇！葉榮輝咧其實真係唔係淨係呢球波嘢噶啦，咁之前其實喺好多場嘅國際賽事咧，其實都真係靠佢嘅力板狂攔啊，令到咧就香港隊唔導致失波，呢一球亦都係一樣。哇！呢、這個波咧封位封得快啊，如果唔係真係有機會啊，帕斯托尼殺到入去，咁啊寧願輸個角球好過啦。咁啊左路就有個角球，咁啊過到開嘅咧就加坦啊，左腳開，睇下開成點先。開遠處，頂翻落嚟，咁啊仲係加坦喎，再俾一次機會你咧。再踢去尾處嘅時候，呢度邊個頂到？升落去，好嘢啊！食翻住個位，彈咗落嚟呢度，一路殺上去，朗加尼亞都殺埋上嚟啊！咁啊，俾人逼住。咁你睇到咧，就算係李威廉啊，咁啊，同艾拉高盈智呢啲中前場嘅球員咧，都要翻嚟幫手啊。呢個波睇得靚啊，高凡一路大步追上，後面有人追住啦，再壓過咗，你有冇犯規？咁啊，冇事啊，球證示意繼續，會唔會嚟翻個快嘅反擊咧？呢邊咧即刻逼一逼佢。咁啊，帕斯托尼咧去左手邊，左手邊應該後上喎，咁啊唔俾，俾慢咗少少。布雷斯，我去俾翻你。我睇到咧呢邊咧就除咗就李智豪喺度之外咧，徐德瑞啊，甚至黃洋都翻埋嚟噶啦。咁啊睇到咧阿根廷呢邊咧亦都真係喺個進攻方面啊、防守方面都幾主動喎，一失咗即刻搶。係啊，定頭先我未見過希古恩咧會走去自己半場去搶人個波㗎嚇。咁啊香港隊都算逼到佢使出一陣功夫啦，係咪先？而家香港最受歡迎佢噶咯喎，係啊，咁佢真係 fit 啊嘛，名嘅啫喎，啊佢又 fit 咧，真係 fit 啊！喂，阿 Kimena， 你頭先一路都係即係睇到香港有啲機會啊，爆冷諸如此咧，但你睇到咁樣俾人撳住打，係好消耗體力喎。你擔唔擔心咧？即係體力雖然話啲用啲比較強嘅啫，但係強都有一強嘅喎。香港隊啊，係咁，我諗香港隊就算最好體力嗰十一個都唔夠外國嗰班嘅啦。不過我想在主場有好少少嘅，同埋啊，其實今日呢場友誼賽會唔會係可以換多啲嘅？中英係咪可以換七個？應該換多啲，換多啲。如果換七個好啲啦，咁我哋香港隊起碼可以輪流一間嚇體力稍為不足嘅時候可以換。咁而阿根廷嗰邊咧，亦都可以多啲啦，後備嘅球員咧可以出嚟同大家見下面。原來得六個啫，咁六個好啦，迪馬利亞、美斯、馬斯查蘭奴，仲想見邊幾個啊？阿古魯啦，點名阿古魯，迪馬切尼斯啦，佢打翻後防喎，係啊，後防仲想見啊？羅美路嗰啲啊，阿中興唔好不能，好似我係進身佢啊，佢阿根廷㗎，佢唔係香港。唔係而家半場可以投票咁樣，我希望阿馬天奴可以聽下我哋意見啦。成日用拉美拿，睇埋拉美拿都好啊。咁但係如果六個咧，咁就其實對打都開心嘅。不過亦都講開就講啦，而家其實打咗十五分幾鐘嘅時候咧，咁其實阿根廷嘅攻勢當然多好多啦，但正式埋到門其實得兩次嘅啫。帕斯托尼一個最有機會啦。咁香港隊咧，大家而家睇落係即係可以話係收貨，因為打防守已經唔計。亦都我相信今日入場20,000嘅球迷所有啦，我覺得佢都算真係識波喎，並冇太多嘅噓聲咧。喺開波前聽到個陣容咧，即係嗌出嚟，可能大家都明白，喂。大佬，咁你而家阿根廷呢班粒粒皆星，唔通三日可以出曬正選㗎？係咪？咁應該有機會出嘅。你講嘅時候咧，就睇到翻啊，楊輝就救翻呢個帕斯托尼啊，攞球過啊，那個波咧不過即係冇乜角度啊，係好勁。咁但係咧，楊輝手穩住個位咧，就所以冇輸啦。咁基本上咧就你睇到阿根廷暫時咧就壓住嚟打。不過咧，因為香港隊縮得密啊，同埋咧佢塞到中間咧係個補位啊塞到好密啊，咁所以令到呢個阿根廷喺前邊，即係話喺禁區頂。嘅推進咧唔係咁暢順，所以令到佢好多時候咧都要踢翻後邊。咁後邊咧一路踢翻後邊嘅時候咧，希望香港隊啱翻上都係揾緊空位啊。咁但係咧佢突然間打入去嗰下咧，好似頭先製造俾帕斯托尼射嗰個波咧，就真係好有功夫好對板啦。好啦，一埋咧三個人咧係夾住你睇下。喂、咁但係呢邊咧係慢一慢啊，喂慢一慢咧又俾人踢翻五巴落翻後邊。陳一豪佢唔選擇咧係俾呢個李朝啊，因為睇到前邊咧係有呢個徐德瑞喺度，但係呢個波可惜俾咗出界喎。
咁睇到依家咧，阿根廷呢邊咧值得一提嘅就係話，其實佢哋咧左邊嘅攻擊球員咧係唔係認真存在嘅，好多時要靠咧就係踢河床嘅雲基安尼咧就壓上佢哋先至有個左邊嘅攻擊球員出現。咁帕斯托尼咧本身其實係一個比較組織型嘅球員咯。咁但係今日為咗去擺呢一個類似即係4231咁嘅陣式咧，佢叫做咧就係左邊咧就係最前嗰、那個。咁其實帕斯托尼真係一位好有名氣嘅球員啦。如果大家去到巴黎嘅話咧，行下呢個香榭麗舍大道咧，就會發現咧，巴黎咧並唔係最多伊巴謙莫域嘅衫嘅。好多時咧，大家會見到帕斯托尼嘅衫咧，即會係通街都係嘅。咁啊，當然喺隊波裏面，佢亦都試過同阿伊巴謙莫域咧，就有啲唔係話認真合得嚟嘅情況。睇下呢度啊，見到加高咧有少少失腳啦，爭啲啊失咗個波，最後再轉過嚟呢邊啦。頭先提到啦，文基安尼又俾翻入中間。帕斯托尼咧再插入中間，加高啊俾翻佢，都會咧其實咧圍翻住佢咧嚟去派牌噶，再插翻出邊，少少嘅右邊，完全壓住嚟打。其實今日阿根廷都明顯地咧一失咗波咧，佢哋係壓迫得好緊要嘅，希望盡快咧可以攞翻個控球權翻嚟。呢個亦都係依家咧最時興同埋咧，覺得咧係最有效率嘅踢法。咁啊，見到呢度咧，其實咧就翻嚟加比到嚟禁區裏邊，掟翻轉頭，再俾橫加坦一趟，葉鴻輝少少甩手噶。仲未解圍，今日去1-0嘅比數，阿根廷領先咯。巴尼加呢個波咧好嘢啊！咁啊，我在前咧我哋都提過啦。咁但係呢個波咧亦都有少少咧意外性咧，就係容輝底下救啊，趁得佢救到啊，但係清唔曬呢個波咧，跟住咧後衞又解唔到圍喎，咁所以導致呢個波咧就落翻喺阿巴尼加好近啊，咁啊有少少咧就8-1啦嚇。呢個波咧雖然有啲甩手啊，想回身就再立嘅，咁但係咧彈遠咗。不過自己嘅後防球員啦，解圍嗰度咧，即係其實都有啲塌塌地 Q 啊。咁啊塌正喺班尼加之前，咁啊冇計啦，第二下再射咁近，俾佢咧彈到順去射啊，萬驚可以睇翻字啊。咁啊其實呢個波咧第一下容輝擋得都唔錯啦，咁諗住再想解圍，哎呀唔啱腳啊！李志豪咧啱啱彈中佢左腳同右腳之間。咁啊都唔知邊只腳好，尷尷尬尬咁啊焗住撩走，但係撩正喺巴尼加之前啊，咁呢個波咧真係有少少唔抵啊！咁啊但係咧亦都啦，就雖然就睇翻呢個波先，李冠恩有次機會啊，有冇啊？咁啊冇喎，咁啊再去咁啊葉鴻輝咧，頭先就係呢個波啦，咁啊咁樣再救第二下，其實咧亦都冇辦法啦。咁啊結果咧都係咧右手邊咧有個界球喎。都可以話咧，其實咧兩番嘅問題咧，因為加坦第一腳咧就唔係話攞命嘅，咁但係容輝就只係副隊面前啦。其實頭先大家都睇到咧，李祖豪其實係有好充分嘅時間，就算佢踏順嗰部大腳踢咗個波，都係應該足夠時間㗎。但係當時有少少心急咗啦，夾硬咧叫腳背唔啱腳夾個波出嚟啦。係啊，其實佢換翻腳咧用左腳可以，我覺得有時間，因為點解咧？喺前邊阿根廷嘅球員冇撲上嚟啊嘛，喺度睇住佢啫嘛，即係咁呢啲友誼賽性質，咁佢亦都唔會話飛埋嚟。咁但係問題咧，即係李祖豪又心急啊，佢見到個波咧，佢心急嘅時候咧，佢係諗住第一時間踢走先啦，咁所以佢都冇換腳啊，即刻咧用右腳咧係唔啱。佢夾硬踢出嚟噶，咁啊唔好彩咧，呢波就好彩唔好彩啦，就踢咗落去巴尼加度。如果你話佢踢翻俾自己球員，咁啊咩事都冇啦，兼咩啊？冇計啦，但係會唔會第二球嚟緊啊？喂，右邊送埋中間冇問題，解咗圍先，咁啊頂住一球先啦。咁香港隊其實呢場波而家一個咁好嘅機會，友誼賽同阿根廷踢，輸贏其實冇乜所謂嘅。咁啊，我希望阿根廷唔好放住手腳，繼續可以俾多啲高質素嘅攻勢我哋睇下，睇香港隊頂頂得住。調翻轉頭講，其實我諗香港隊能夠同世界咁一級嘅勁旅碰頭，其實機會真係好少啊！即係係咪對上一次啊？中英係咪巴西啊？巴西國家隊前邊阿迪都有踢啊！嗰年阿迪啊、偉文啊有踢㗎。哇！阿迪咁你特別有感受喎，應該。如果你遇著真係一級勁旅，係咪？難免開頭嗰十零廿分鐘真係會有少少手神腳震嘅。唔係手神腳震，好 high 喎嗰陣時。好 high 添啊！咁你會唔會賽前食嗰啲咩啊？冇啊，冇嘢啊。唔係咁，因為你已經對住呢啲咁嘅咁強嘅對手，其實心情方面你冇乜包袱啊嘛。咁你只不過就係盡咗自己能力去踢，咁啊再加上其實你踢落嘅時候，你都唔需要話太過諗太多嘢。嗱，你講啱啊，但我想問翻你轉頭咧，好似阿根廷咁樣，佢哋對住香港呢一隊球隊，個心情又會點咧？我查翻阿根廷，一係就對南美洲啲球隊啊，全部都係世界排名最多咪幾手。咁然後有時啲熱身賽、友誼賽都係瑞士嗰啲即係一級啲嘅歐洲球隊對到。香港咁佢哋會唔會真係心態上會鬆啲？咁我諗咧就未必會嘅，咁始終呢一班都係暫時嚟講啦，睇到佢哋咧，我覺得佢哋都幾對板啊，即係唔會話放軟手腳。咁啊，再睇翻頭先嘅入波啦，其實呢個波轉身都好靚嘅，俾咗右手邊啦，咁啊吉下一趟呢個少甩嘅，咁啊帶埋佢嘅時候咧就真係有啲就黐腳啦，我自己覺得啊，咁啊心急之下咧就解圍班不遠。
咁啊，所以令到佢咧呢個波就彈解圍唔遠之下咧，俾呢邊嘅班尼加咧就可以射入啊。咁啊，但係喺嗰個防守方面其實都唔係太差嘅，呢啲有少少嘅自己失誤咁啊。希望咧可以保持住佢哋嘅防守啦咁啊，頭先你講到啦，咁啊睇到暫時睇到佢哋嗰個表現上嚟講咧，唔係真係太過差啫。咁亦都唔係話放軟手腳。睇翻呢個波啦，逆射馬又撞咗右手邊喎，變翻加坦。你哇咁短都仲想打個撞牆啊！再邊後邊乜麻麻之下轉嚟右手邊冇咯，咁諗住啊俾朗卡尼亞啦。阿迪啊，睇到咧，李治豪可能冇乜信心。你頭先個波咧傳出嚟咧，佢又塌塌地啊，塌頭啊。咁啊嗱，睇翻嚟加入個波咧就李治豪咧，我哋都分析佢心急啦。同眼鏡睇翻咧，其實希冠當時只係企喺度嘅咋。我諗兼常都要諗諗咧，睇下可能都要換一換啦。我呢個角度咁專業嘅，我雖然兩個靚仔靚佬係。即係你講翻頭先咧，就即係幾個可能性，但係咧就做咗個最差個可能性出現咗咧，就係、是、李治豪夾硬踢個波，因為當時李治豪可以換腳踢，甚至冇咧食住個位，俾容輝咧擒翻出嚟再攞都得啊！咁但係有時往往咧嗰剎那決定咧就係、是、造成一個咁嘅結果啦。好啦，咁啊睇睇希冠恩先，呢、這個波推埋對方身邊，跟住咧俾隊友啊睇到希冠恩走翻嚟咧係接應啊！咁但係咧依個時候咧你睇到哇兜個頭咧就係、是、呢個加坦。再轉翻嚟俾希冠恩，加坦好短，俾唔俾咧？加坦食住對方位，讓希冠恩走出嚟，腳背面彈埋過嚟，想話做嗰個撞牆。今次咧科夫攝個位，攝嚟科夫咧食個位食得好啊！好啦，呢邊咧，但係依然咧加坦打個後抽，啊水勤射地喎，就係呢啲啊，左推右推，你香港隊得個撲字啫喎嚇。係啊，咁啊，其實咧呢、這個波咧就見到左邊亦都有強嘅鏟入去啊，不過咧就冇俾到咧就係雲基安迪。咁啊見到咧就外圍都係阿根廷嘅掌控住個局面咧，上半場過咗一半時間到啦。啊，維珍尼又再次咧拆過嚟去右邊。咁啊，頭先其實阿 Kim 講到嗰一 part 咧，就唔使擔心嘅。咁啊，因為點解咧？幾個問題嘅。第一就係話呢啲球隊咧，就對住任何對手咧，佢哋都要去比表現嘅。睇下呢下先啦，見到帕斯托尼啊，點解要咁講咧？一間同你講啊，呢度見到彈咗 Q 嘅，一腳撳落一加高。因為咧，其實咧，就算咧佢哋唔係踢俾對手睇，佢都要踢俾佢自己啲隊友、球隊管理人員同埋甚至乎教練馬天奴睇，佢先有機會上位嘅，因為阿根廷。競爭咁大，一踢得唔好，踢得唔好嘅話，下場冇你份噶啦嘛！睇下呢個香港隊嘅進攻嘅喎，係咯，俾你前邊高凡一路推落去，哇！現場噓噓聲啊！最後咧呢個嘅出波咧，都係俾對方球員殺咗出去橫邊，就俾阿維珍尼殺咗出去橫邊。值得鼓勵啊！香港隊啊，呢一腳咧就係踢咗24分鐘，原來香港隊第一次咧成功咧將個波咧踢多個五腳，一路咧從後場咧一路係做到上去前邊。嗱，真係主場有翻個攻勢嚇。咁啊，高凡呢啲快馬嚟噶，大家都好想睇佢多啲。不過先何輝講到啦，阿根廷其實我都好留意啊，想睇一啲邊緣球員，其實好幾個都係咁樣嘅。帕斯托尼啊、賓尼加以及佩雷斯嗰啲咧，都係正選嘅後備之間。其實佢哋好想爭取表現。現場啲噓聲咧就係俾呢個西川紅一嘅，因為呢個波咧極有可能係一個角球啊，但係佢就俾咗一個龍門球出嚟啦。咁所以現場嘅觀眾咧就對佢報以一陣嘅噓聲啦。咁啊，難得即係我有啲公仔嘛，唔緊要再做過啦嚇。咁但係而家都係只係上半場25分鐘嘅啫，暫時比數就係、是阿根廷領先緊香港1-0嘅。咁啊，一場。友誼賽咁當然啦，預計嘅比數咧應該就會係不止一球啦，應該有入球蘇上演嘅，尤其是阿根廷嗰啲主力嘅攻擊球員咧，應該一間先會陸續上嚟。咁啊，大會個賽例咧就係可以有6個嘅後備嘅換人名單。咁大家可以預計下半場應該會有兩邊都會有唔同嘅球員出嚟噶啦。睇帕斯托尼呢個禁區踢，哇！右腳射近處地波，緊緊出界嘅。呢球員咧腳法一流㗎啦，不嬲打邊嘅，咁就唯一速度就唔算好快，即係同迪馬利亞嗰班嚟比嘅話，咁但係難得今日可以正選啦，大家都可以欣賞下佢嗰啲腳法。一個回敬俾佢咧就咁近處，楊輝都瞓到㗎嚇，咪緊緊係斜出嘅。咁你話佢喺進攻方面咧就比較靠邊啦，咁啊睇到咧佢哋都係比較，譬如好啦，佢啱啱提到啦，帕斯托尼咧雖然佢係右腳球員啦，咁啊但係踢左邊，調翻轉啊，加坦咧喺右邊，但係咧就左腳啊，我哋嘅配合都希望佢哋可以推翻入中路。你個施射咧，去到順啊，頭先啊 Kim 提到個佩雷斯啊，有個表現啊啩，但係呢個波咧射高咗噃。呢位仁兄咧，世界盃又開始又無啦啦攝咗個正選啊嘛，但係佢而家又變翻一個邊緣咯。咁啊，你睇翻佢又，你睇身形過佢又唔係好 fit 噶，但係佢又有機會可以上陣。咁啊，不妨睇下佢而家奔飛加㗎，迪馬利亞走咗啦。
幾年啦，佢而家仲喺賓菲加，咁究竟可唔可以上咧？就要睇下之後嘅發展啦，佩雷斯。其實之前佢或者即係一路喺賓菲加咧，個表現都好出色嘅。咁呢近季咧，其實咧歐洲啲比賽裏面咧，就賓菲加啊，或者係甚至乎你可以話波圖咧，賓菲加啦，即係喺歐洲一啲杯賽裏面咧，佢哋係表現得好搶鏡嘅，亦都去到好後嘅階段。咁呢班球員其實絕對係功不可沒嘅。咁啊，嚟到接近三十分鐘到，咁啊草地又開始有啲咧就泥頭都飛起曬，都係幾大嘅麻煩啦。當然大家可能近排都聽過新聞都知道啦，就大球場咧，其實咧就去到應該下年啊，就會換草地。咁啊，公布咗出嚟咧，話嗰單工程要做四個月嘅，使唔使咁耐咧？何威？我唔想去比較啊，但係我哋記唔記得我哋之前去過里約熱內盧嘅馬拉加納球場，佢咪話俾我哋知 FIFA 咪話俾我哋知重鋪啊草地啊。係啊係啊係啊，四日啫嘛。係啊係啊，但係你唔好忘記你知當其時你講我要用幾多錢啊？咁啊係，咁但係呢個問題就係話，即係香港一個。很尖端的很國際的城市來的，這件事其實都是要想一下，因為你四個月是很長的時間，就算你歐洲很多球會不要只用一個馬拉加納來比較，用很多球場來比較，四個月都是一個很長的時間。好了，看看是這個進攻位，或者中間打他好東西，陳偉豪剛剛偷到個球，好了，在中間密麻依然是解不到，這個球自己失迷，希冠恩左搓右急，哎呀這個球好，哇，一搓一傳一射，哇！你睇睇希冠自己一搓之後咧，就趟一趟前跟住射門。咁啊，葉鴻輝咧亦都好專注啊，將個波係托走啊。咁呢個波咧就靚啊！嗱，你睇嗱，你留意呢個波啦。嗱，希冠恩啦，嗱，佢個波未到佢度，嗱，呢一度一刀一搓一耷住跟住射。哇！葉鴻輝立即係托走啊，慢少少呢個波有機會喺呢個柱底入啊。咁啊，睇翻呢個角球先，一開開出嚟，葉鴻輝出啦。咁啊，冇錯啊，單槌咧喺批過嚟咧，另外一邊咧就角球啊。咁啊，呢個時候咧，何輝想回應你講個草地咧，我就唔知即係大球場最近有咩活動啦。咁當然個場地咧，就我見過好多窿啊。佢唔知係咪之前有啲有咩活動咧，要種啲柱喺度咧。咁所以令到個場地咧質素就麻麻地。咁但係就肯定唔係足球，因為我記得今屆個球季咧，呢一場係第一場喺大球場踢嘅啫喎，其他未踢過喎，本地足球都冇錯啊。咁啊，大家其實睇喺龍門後面啱啱嗰個鏡頭咧，都會睇到個草地嘅情況係點啊。見到維珍尼都上咗嚟啦，咁對住咧就係呢個聂凌峰。呢、这個高波咧就彎入嚟落點都唔錯，有少少撳人啦，但係西藏唔一就冇吹到，咁啊再差佢過嚟呢邊，巴斯托尼入翻中間。頭先即係亦都提過啦一樣嘢啦，就係話阿根廷咧幾日前咧就喺鳥巢對巴西啦，巴西去咗邊啊？巴西嗰一隊咧其實就飛咗去咧就係斯城啊，新加坡，佢哋喺咧就全新嘅喎，全新嘅新加坡國家運動場啦，就對日本國家隊喎，都係今晚嘅事啊。但係好似話巴西話個草地質素麻麻喎，咁靚喎。因為鋪咗第一陣之後咧，就嗰邊嘅消息傳嚟就話麻麻地，可能遲啲要考慮再搞過。咁但係嗰個場咧就即係咧以往香港隊曾經1976年啦揚威過嗰個球場拆曬，重新已經是一個全新嘅現代化球場咯。咁啊呢個都係一個即係近排大家可能睇過一下嘅新聞。不過可能何輝咧頭先講到要四個月咧，我相信佢四個月嘅譬如香港大球場咧，我諗佢要起曬成個草地，我諗重新過嗰啲去水系統啊各方面咧，我諗要做過曬啊。因為好像這個地都我所記都用了很多年，即我踢緊個年代已經用緊，所以在個去水方面其實都不是真的太理想啊。希望它在起完之後更加好啦。20年到咧，你講緊即係93、94咁嗰幾年，即係嗰時我都踢過嘅。好啦，睇翻呢個都中獎，爭啲落嚟啦，爭啲可以嗌佢啊！今次咧就過唔到李志豪啊。好啊，李志豪做翻最好位，希望佢信心可以上翻啲啦。咁啊你話講到草地呢一 part 咧？又要講一樣嘢啦，頭先阿迪講嗰個咧係即係一個工程上面嘅諗法啦，呢個係事實嚟嘅。咁啊，不過亦都可以作一個參考咧，就係話其實依家咧歐洲嘅球場咧，佢換草地其實都幾頻繁嘅。咁其實個工序好快嘅，呢個要注意咯。好啦，睇下呢個高波咯，斬到過嚟呢邊，希古恩啊喺遠處嘅噃，出翻嚟禁區之外攞到個波，跟住見到德巴尼卡即刻走翻落去個右翼位嗰度。阿威廉埋嚟，見到出波都唔錯啊！哇，葉鴻輝咧緊緊啊擋翻出嚟喺門前，都叫解到位。好難怪葉鴻輝呢個波好行啊！啊，佢已經係抱住位將波推噶啦，因為個波咧突然間阿威廉加個波咧，你估佢咧係會吸啊？佢唔係喎，即刻咧扯出嚟啊！個波係好行啊！咁啊好彩呢個波龍門咧有人咧係頂住啊！咁啊暫時咧就過咗三分鐘，咁啊只係落一球啊！咁啊但係你睇到咧就～香港隊咧只係得一次咧係比較做得到攻勢啫，咁之後咧都係要焗住手啊，冇辦法啦。好啦，呢個波係想話做撞牆，大力咗。咁
呢邊咧係食住個波，慢慢咧係回翻後邊啦，咪真係啊，好定當啊！不睇嚟咧都係阿根廷慢慢猜，慢慢猜嘅話。咁不過咧，可能咧就香港隊喺嗰個布防方面咧都係著重曬喺中間啦。咁見到咧就好多時啊，咁啊阿根廷退唔到之餘啊，佢都要咧從兩邊嘅傳中球啦，尤其是喺右邊啊比較居多啊。個左手邊咧可能亦都啦，帕斯托尼咧成日都入閃咗入嚟裏邊。咁啊，等咧啱啱想上去嘅呢個就係雲基安尼咧上嚟出波。但是話雲基安尼上嚟的次數就唔係話真係咁多啊，所以令到佢喺左邊出波比較少啲，右邊就會多啲。好啦，李志豪，而家呢個波咧睇翻個慢鏡先，就係頭先嗰個出波啦。咁啊，呢個波咧亦都快一步啫。咁啊，葉輝咧扶翻出嚟。咁啊，如果唔係咧，呢個波都幾危險啊，因為已經見到咧成兩三個嘅阿根廷球員喺中間。咁啊，而家咧阿根廷都慢慢插翻定個波喎，俾翻個隊長加高。咁啊，佢好嘢喎，加高一保選咧做埋隊長添喎。因為而家以呢個正選陣容就做隊長都好合理嘅，係嘛？經驗都好豐富啦，同阿賓尼加啲一樣。喂，阿迪娜，你從我哋香港隊咁多球員啦，我記得以前阿強哥啦、阿陳七啦，都試過喺呢啲外隊賽咧，一腳收死龍門啦，三十幾碼嗰啲咧。因為我睇咗好耐咧，阿根廷呢個龍門咧，佢成日企出嚟啊，企咗出禁區外係梗㗎啦，禁區外廿碼佢都夠膽死嘅。咁我哋有冇邊個可以半場攞到有腳頭可以笠到佢噶？咁啊，其實你話有腳頭咧，我都好多幾個，佢好幾個都有嘅。唔係講笑啊！佢真係走得好出嘅。咁高盈智啊、徐德瑞啊，呢啲絕對有咁嘅能力嘅。咁但係一個問題咧，咁啊點解話佢咁？你睇佢而家企。係啦，我睇到。咁但係呢個就問題就係，因為而家好多時咧，就好多時嘅，尤其守門員啊，當自己球隊咧就壓迫住人哋踢嘅時候咧，其實咧呢個都係一個好嘅位置嚟㗎。咁啊，當如果人哋打反擊嘅時候咧，可能踢多個後衞就當，如果出嚟解圍嘅話，所以好多時撳住人哋踢嘅球隊咧，佢都會企到咁出嘅。同埋仲有一樣好緊要嘅 key 咧，就係話咧，譬如話喺香港隊喺後場攞咗波嘅時候咧，佢有冇機會望到向個龍門？其實冇望到咁遠啊！個門將其實就係要睇住呢啲所有細節咧，而決定自己的位置咯。同埋我諗呢啲就係馬天奴嘅部署嚟嘅，你睇到頭先都提過啦，大概就係當香港隊一搶截到喺後半場搶截到之後咧，其實咧睇到阿根廷呢邊咧即刻就已經壓迫噶啦，唔會俾你咁輕鬆咧可以睇到個龍門啊，咁所以咧令到我諗呢個問題暫時嚟講啊，睇落應該就冇乜問題嘅，古斯文企到咁出，你睇到企到都唔止禁區外添啊，係啊，我鏡頭見唔到嘅，因為當一路係 keep 住喺。喂，香港隊後場嚟睇啦，而家可能係拉咗歪啦，有機會睇到。而家阿古斯文都仲係企喺禁區外嘅，佢都唔怕你，就算你容輝大腳開上嚟都冇人攞噶啦。因為未開過嚟啊嘛，咁佢都要保持翻咧龍門咧，保持翻同後衞咧嗰個距離㗎。係啊，要嚇，即係你唔可能個距離得太遠嘅時候咧，到時個位好尷尬，我出好定唔出好咧？啊，咁所以你睇翻嗱，較早前咧呢個慢鏡先啦，咁啊呢個波咧又係想打入去啦，雖然起到腳，但係呢個波對葉冠嚟講咧就完全咧係冇威脅啊，咁啊喜古恩啊喺前面今日咧就真係踢得好搶，喂佢啊真係交足功課，我覺得佢啊，冇錯啊，咁啊其實講到門將咧就絕對咧就有一啲咧教科書式嘅，即係話個波喺邊度，喺處咩形勢，佢應該企喺咩位置等等啊，咁啊如果你話教得好細緻嘅話咧，其實啲門將好多呢一方面應該處咩位置嚟學嘅，但係點樣喺臨場判斷就自己去決定啦，咁近呢年咧就紐馬嘅表現咧，令到咧其實世界好多門將啦喺個意識上面都改變嘅，咁啊希望可以控制嘅範圍會大啲。喺呢度先啦，見到高凡又搶到波，俾嚟中間可真俾咗背脊啊，俾咁多威廉。跟住呢度見到加高搶到咧，即刻俾翻咧前邊。啊，貝尼斯咧俾咗喺禁區裏邊，可惜咧個波少少過頭啊，否則咧賓尼加亦都係可能有機會嘅。好慘啊！賓尼加為呢個波啱啱點啊？咁啊，佢啊好靚啊，一粒過咧好油啊，但係問題喺佢嘅鼻尖過啊。如果佢係低少少嗱，你睇翻頭得啦，因為入波嗱入波你又慢噶，哇真係好嘢！呢個慢鏡真係阿謝俾阿容輝托到嗰下真靚，佢左腳搓右腳跟住去攞嗰下咧係相當之精彩啊！我呢度睇又係唔同嘅角度，呢度咧就見到頭先希古恩嗰度搓嚟搓去啊！嗱左右腳一吸，左腳燙翻出嚟啊，自己交翻俾自己，跟住都唔使諗啊，直射啊！好彩呢個波咧，容輝完全都專注睇住，同埋個波咧略嫌咧個角度唔夠，就啱啱喺正容輝手頂嚇。啱每次我見到容輝，諗起李宗偉嘅，知唔知啊？咁啊，頭先個波咧，希古恩真係除咗搓嗰下靚咧，吸嗰下真係嗰啲啲自然，即係自然反應嚟，前鋒都避開啲對手嗰啲自然反應嚟啊！係啦，睇到龍門啦嗱，哎呀，阿導演幾辛苦先見到阿龍門。不過咧，真係都有少少扭壓上身，越行越前。但係當然講翻轉頭，你講香港隊攞到個波，前場一樣壓迫，亦都唔係冇咁容易可以笠到嘅。不過我哋而家嚟到呢一個上半場36分幾鐘，冇少遐想咧，
好難一路睇落去嘅。Kim Young 啲下想越嚟越深喎，應該，因為牆邊嗰啲差唔多㗎啦，係啦。我諗嗱，半場梗換啲㗎啦，即係不過當然啦，馬天龍唔通真係等你點唱咩？就睇下邊兩個最 fit。咁我覺得迪馬利亞機會係大啲嘅，因為迪馬利亞嗰啲氣力型咧，真係不得了嘅。反而美斯咧，可能會有機會踢，就半場咁多就未必踢到咁多㗎啦。聽講話佢尋日操練咧，企都係企咗十幾分鐘嘅，然後喐幾分鐘咁就完㗎啦。咁啊有報道咗咧，佢係慢性鼻竇炎啊，咁啊令到佢即係好多時候咧，即係踢得都會嘔啊，好多次都係咁。但係即係呢個就係、是、即係西班牙嗰邊有咁嘅報道啫嚇。喺歐洲都有咁嘅情況。啊，我哋就真係冇確實掌握第一手資料啦嚇。咁、比賽裏邊都見過嘅。係啊係啊係啊，嘔、就一定係㗎啦，幾次都有嘅。咁但我諗今日咧，美斯一定會踢嘅，因為如果佢唔踢扣錢啊嘛，啊所以應該一定踢啦。咁安樂啲，因為我先睇入場咧，190个背脊都係美斯嚟，仲有9个就係迪馬利亞，剩翻嗰個就冇印嘅，有啲就好似阿何輝嗰件咁。有馬勒多拿我見到。我、你印咗咩？我冇印。馬勒多拿我都有。咦？有威廉啊，印下威廉都唔錯嘅喎。好啦，呢個攞翻住個波啦，我大文定。差翻偶爾啊，布凡你逼佢先，我呢邊捉你啊，李威廉啊，嘗試啦，慢慢壓翻前啲啦，咁啊呢邊咧就阿根廷咧亦都就喺呢個波即係慢慢咧差翻俾後面古斯文去轉個方向，咁啊可能咧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咧，希望差差啊，令到咧就香港隊後防咧前翻啲，咁啊佢哋多啲空位可以製造入球啦，咁啊而家鏡頭睇到個鏡頭影住啊不斷做入球內人。喂，呢個真係嗱，你入場俾咁多錢係咪先？梗係要玩下呢啲㗎啦，但係淨能夠自娛啊嘛。咁我見今日個人浪都幾順啊，順過上一場巴黎聖日耳門。上一場巴黎聖日耳門咧一個圈去唔到㗎。今日似乎齊心咗啊啲香港 fans 啊。咁唔同嘅，咁嗰次係球會啊嘛，今次係代表隊啊嘛，梗係唔同啦。代表隊個意義仲大啲啊嘛。好啦，呢、這個波出埋嚟咧，咁亦都咧就太貼門啦。咁啊輕鬆咧就俾葉輝咧就接住咗。乖咧，咁啊喺佢嘅後防方面，即係你話後防除咗防守球員之外，龍門咧都非常之緊要啊！咁啊，但係一對比古斯文之下咧，佢兩個嘅接波啊同埋飛破嘅次數咧就對比都幾大。咁啊，睇一間咧，古斯文有冇機會咧可以破個波啦？講卡利亞，我俾翻中間維珍尼一路推上嚟，我慢慢咧轉嚟左手邊，文基安尼，我睇到定咧想斬啊！踢个大车先踢唔到啊！咁啊踢到俾加坦，加坦又黐落嚟，咁啊连高凡咧都翻嚟帮手噶啦。呢、這个波嚟个撞墙啊，撞住俾翻后少少，呢下先至俾，再想超入去，唔系喎，转嚟左手边先真啊！帕斯托尼，哇玩两下花神添啊！俾个直线掟啊，又先落去啦，有冇人到？哇、這个波咧咁样通下佢啊！哇帕斯托尼啊，通下佢，仲要俾个直线咧俾后面杀上嚟嘅云基安尼啊！不过這波呢波咧云基安尼其实可以射啊！但是選擇了就給好了，看回慢鏡轉過來給這邊克斯托尼看到定通下他給個靚波，這下其實他都可以射，但是他又想傳給中間氣鼓印，那不貪功咦，通坑渠喎，迪開波前我聽到有球員說不知道想通哪個坑渠，是嗎？誰說的？陳偉豪說想通美斯坑渠，咁犀利，但係現在暫時冇機會啊！但係頭先我睇到陳偉豪真係想通一通氣鼓印下佢，嗰個通唔成啊！唔好掛住做呢啲啊！上半場開賽初段啊，我見到陳偉豪真係想通一通啊！真係咩？係啊，真係有一嬲啦！我氣鼓印，不過佢通唔到啊，通唔到啊！好啦，繼續呢樣嘅賽事，咁啊去到右手邊少少，啊回翻俾後邊啦，加高。咁啊，其實咧今日咧由策動攻勢開始啦，咁除咗喺前場嘅保障球權之外啊，好多時咧由後場踢俾。前場開始組織攻勢都係咧踢俾加高線嚇，咁啊佢始終喺中間位置嘅經驗啊各方面都好好，俾入去裏邊跌跌底，我哋吸佢又係咁試落，吹罰咗先入咗。咁啊應該咧就係話入去嘅時候佢又幾無辜啊氣管人啊，咁應該就話攞波嗰下咧就會唔會拉拉李志豪咧？依家有慢鏡啦，再大家咧就睇一睇。咁啊呢個波咧氣管人自己好無辜啊，咁啊同阿西竹一就講話呢個波唔好喎。好啦，有機會慢鏡啦。呢、這個波咧就一 chip chip 入去，大家鬥穩位穩個波噶啦。咁可能咧，你知道跌一下咧，咪希古恩咧可能有少少嘅手部動作啦。啊，再有另外一個角度睇睇啊，我右手有嘅，原來都咁啊。其實咧，大家都有少少動作啦。咁但係可能希古恩個動作就比較咧就大啲。咁啊，所以呢個波我吹罰咗。好啦，呢邊點啊？咁啊，呢個慢鏡咧亦都睇完之下咧，爭啲哎呀，慢咗少少啊。咁啊，香港隊呢爭啲有次攻勢。你知唔知啊？西川龍一咧受過教訓啊，唔會咁容易再俾十二碼噶啦啊！好啦，咁啊睇翻呢球波先。咁啊，
吹罰㗎。咁啊頭先個波其實咧就李兆同阿飄哥大家都拍埋嘅。咁李兆就勝咗咧，即係成份我刪你唔到點樣，我瞓喺度都力頂住你啊！咁呢個球證咧就吹咗啊呢個波啊。咁但係咧睇到飄哥一個動作都唔係好大嘅。好啦，咁啊仍然落翻去場上面咧，接近咧係上半場完嘅階段啦。咁啊暫時一比零嘅戰果，香港隊哎呀，靚仔搞掂啦！希古恩啊，呢啲真係卡士啊！個波嗱傳出嚟咧，係傳到之餘咧，個波到佢頭咧，佢揈過咧係好快啊！後邊咧想話掌咧，已經係壓唔到佢啦。呢個波啊放個落點好啦，希古恩閃得埋嚟咧，二比零啦喎！呢球波希古恩起咗西格啦嚇。係啊，咁啊另外咧就出波咧，亦都出得真係好靚啊！講緊就係雲基安迪啦，之前都介紹過啦，踢河床嘅球員啊。如果在南美踢球更加遠，因為踢完亞洲這一場比賽就要飛回去。再看看這個的出波，出得很柔很舒服的，落點都剛剛好，看到希古恩的點領都搶得很準很準的，不用怎樣加力的，只要擺正頭批到個球彈地落到尾柱，袁輝飛到盡都沒得救，剛剛過頭剛剛攝到個位，不用怎樣加力的，就造成2比0。咁因為呢個波咧，佢出嘅時候都幾快啊，咁啊令到咧就真係擺落個頭度咁滯啊，所以咧唔使點用力嘅希古恩，咁啊所以咧令到兩個嘅守衞掹住佢都掹唔到啊，咁啊呢個波出得咁靚啊！好啦，睇下呢邊咧又有機會啊，好在科夫發一步俾呢邊啊高元智，咁啊轉嚟右手邊除得上嚟，個後腳都靚啊，大步推落去，一個追埋嚟，一個假嘅翻轉頭冇啦，呢個波冇事啊，繼續。自己咧就跌低嘅啫，但系咧即刻咧就攞翻拳头咧，想再慢慢就差翻定个波。你睇咧点都揾下加高搏脚啊！可能咧呢啲都系马天龙嘅部署啊！希望咧中间嘅位置咧就俾阿贾公咧就开始咧就策动呢个攻势。而家暂时咧去到上半场啦，43分几钟，而家暂时咧就阿根廷领先住两球。好啦，俾咗中间翻嚟噶，嚟个撞墙。我入去有人入攝噶啦，但系俾唔到，俾咗右手邊加坦一個對住一個，對張建峰推到上打開一射，哇冇啦！佢呢個大位真係睇住嚟射啊！論你幾好身手都冇用啦，楊輝呢個波。其實講到加坦咧，今日呢場比賽咧，頭先我想提一樣嘢咧，就話成班阿根廷球員當中咧。如果根據睇過佢哋喺球會或者國家隊嘅表現嚟講咧，今日加坦係算踢得唔放嗰個嚟噶。咁但係咧呢個波嘅入波咧就將比數改寫到3比0，相信對加坦嘅信心亦都會有一定嘅幫助。咁但係頭先想講一樣嘢就話，成個上半場咧，其實睇佢嘅球會比賽咧，發現佢好多攞住個波咧，冇龍個帽咧係去突破嘅。但係今日佢唔係好敢咁做。睇翻呢個嘅入波啊！亦都睇到呢個波輸咧，就可能同香港隊咧呢班球都撲咗咧，係40几分钟咧係有一關係啦。佢因為呢個嗱，佢一擺出嚟咧，呢個咧就已經係露曬個大位出嚟啦。張建峰想撲埋嚟啊，咁都一段嘅距離啊。咁其實再睇翻咧，係其實現場咧仲有一次嘅攻勢，不過咧就啱啱咧就係出咗界嘅呢個波就龍門球嚟噶。咁亦都睇到頭先呢條波即係失第三嘅時候咧，其實好多香港嘅球員咧就喺中場自己位想去焗對方，但係俾對方一個長嘅打翻落去，俾落加坦咧後邊就拆穿曬。咁兼且咧即係同我講。撲到40几分钟啦，個別嘅球員可能都谷到幾盡啊！嗱，你就係睇呢個位嗱，你睇佢前面三四個喺度咧，一落嗰下咧，一擺出嚟，咁張建峰同對手一個距離，其他亦都支援唔到啊！一出嚟呢個波就好順咧，俾佢射，咁葉鴻輝就好無奈呢啲波嚇。咁啊，夾橫咗之後，因為夾得好順啊，所以咧就即係接近類似好似12码咁，好近啊！咁同埋就係我諗葉鴻輝都冇諗過加坦咧會係能夠咧抽翻個咁勁嘅波落去近柱，而唔係落去尾柱嘅，所以你見到佢重心向右移咧，根本冇辦法翻到嚟左邊啊！我哋見到希古恩攞翻個波啦，見到帕斯托尼咧就攞失咗，但係又落翻落去咧，就係佩雷斯嘅腳下，過到嚟呢邊加坦嗱，較為多空位咧俾佢咧，就係去突破嗱，佢都係望遠嘅。咁啊，嚟一個組織，可惜呢個後爭打唔到嘅，葉鴻輝出嚟沒收。嗰單嚟加打叫啊！嚇，頭先個波都係佢俾啊，俾一個以為一般後衞可以救到波，但係佢少外檔咁啊，就俾阿加坦攞到。咁上半場三球收科，將會補一分鐘時踢波最少就係阿根廷嘅龍門古斯文。咁但係其實香港隊打得好差，又唔係佢主要失嗰兩個波都係即係第二、第三球都係喺上半場尾段先失啦。咁啊，不過咧，我諗上半場大家睇完之後，雖然今日嗰陣容咧就唔係話即係粒粒皆勝嗰陣出咗嚟，但係你會唔會越嚟越 high 咧 ？Kim 我而家準備緊咧，好似阿迪嗰陣時落場嗰個感覺，因為嚟啦啩。不過咧，睇足佢熱身係足唔到嘅，因為美斯嗰啲咧唔使熱身嘅。我相信咧，下半場為大家製造高峰嘅咧，高潮咧，可能都迪馬利亞。好，上半場打完，冇錯啊！咁啊，上半場三球啦嚇，咁啊。
見到呢個影住班尼加啦，佢自己一個入球啦，影到個助攻啦，咁啊演出咧就喺整體嚟講咧，呢、這個阿根廷當然即係話踢落咧，同香港隊係有一段嘅距離啦嚇。咁而呢個時候咧，我哋唞唞先嚇，一陣翻嚟再傾。欢迎大家翻嚟香港大球场啊！咁啊，上半场嘅比赛3-0啦，咁啊，亦都同大家一路广播都提到咧，就以阿根廷嚟讲咧，都唔系话即系佢哋粒粒星啊，因为佢有啲咧系其他球员咧落咗嚟啦。咁你都睇到咧系嗰个统计数字咧，差唔多系一面倒啦吓。咁你讲紧12次嘅射门当中，阿根廷12次嘅射门都有8次中啊。相反咧，系香港队咧系冇一次系射门嘅纪录啦。咁当然自然唔会话有中笼啦。咁但系整体嘅形势咧，香港队上半场咧都系得个守字。咁其实上半段都守得唔错啊。咁但系咧入咗30分钟之后咧，可能真系嗰、那个即系体能系消耗得相对系大啦吓。咁所以咧就冇办法啦。嗱，我哋同大家可以睇翻咧系上半场一啲嘅精华片段先。其實一開賽的時候阿根廷都差不多攞了很多攻勢，一開始加坦呢一下就是葉龍輝撲到之下，你之後解圍不遠咁打翻出嚟，就是在19分鐘就被班尼加看到順啊，咁樣就射個彈地波就入網。但其實就看到就在香港隊呢邊的防守其實都很盡力㗎啦，但係呢個波咧就係少少嘅自己解圍不遠啦，咁令到就首先輸波。咁啊，你話睇翻雖然就阿根廷呢邊話唔係話出什麼嘅強嘅陣容或者係球星，咁但係睇落其實我都覺得對板㗎，咁啊絕對喺個進攻方面啊，同埋喺佢哋個表現上方面咧就都盡力㗎，咁啊但係只不過就係、是香港隊喺早段嘅時候其實個防守都不錯啊。咁啊呢個角度睇翻冇啦，葉鴻輝幾好身手都冇用啦。咁仲系阿根廷嘅攻势，今次左路一出，又系靓波啊！出个波嘅咧就系云基安尼，出个波嘅时候咧就系差唔多，你睇到一圈埋去摆落希古恩嘅头度啊！咁啊啱啱升上去真系入去顶嘅呢个波啊！你睇个波咧就够快啊，球速，所以咧令到前边嘅陈伟豪咧都过埋头添噶。好啦，今次咧轮到咧就右手边嘅加坦啊，头先有个靓嘅射波噶啦，咁啊今次轮到自己嚟搞掂。這個球呢左腳推回大位，對著張劍鋒一對一，這些球沒人包埋你就大件事了，推到順還要射個勁波近處，看葉鴻輝都投曬行了，幾好身手都沒用，一來就近，二來感激。歡迎大家翻嚟大球場啊！下半場嘅賽事咧就即將上演啦。我諗大家最關心咧就係下半場個陣容變動如何咧嚇。咁喺呢個香港隊咧，應該可能會有啲變動先，因為咧我哋香港隊有部分後備球員咧，好似阿 Kim Sir 啲特別咧要加操咁樣。咁但係咧係阿根廷嘅，我哋就暫時未知嚇。暫時因為佢所有即係球員都入曬更衣室嚇，咁啊未有出嚟，咁所以暫時都無可奉告啊。阿根廷嘅變動啊。咁啊講到呢 part 咧，就其實香港隊呢邊咧，可能譬如話即斯利啊、阿君怡啊、陳文輝啊嗰啲都可以用啦。咁至於阿根廷咧，就全部後備咧，頭先超升級啦。咁但係咧，就佢哋完全冇留喺球場上邊咧做任何嘅熱身嘅，全部翻曬入更衣室。咁啊，究竟會有幾多個出嚟，同埋幾時會出嚟咧，都係要繼續觀察嘅。開始咧係陸陸續續出嚟啦。咁當然大家最關心咧就係美斯啦嚇，呢、這個其他嘅譬如迪馬利亞等等啦。嗱，而家見到望埋去咧就係佩雷拉啦。就係、是、即係未換正經波衫，咁即係佩萊拉肯定就就啦。咁呢個阿古路啊，咁暫時老祖啊，咁等等咧都老祖就都上次都踢足噶，上次即係我講係兩日前咧對巴西咧踢足。仲有費南迪斯都喺度，呢啲全部都係踢足嘅上次。咁嗱其實佩雷拉都要留意啊，因為今年佢喺祖雲達斯咧都認真唔講得少啊。哎、對巴西的場覺得打得好的其實好啦，咁見到呢個美斯，咁就暫時佢啊拎住件衫就即係未換上去啦，咁即係喺下半場的時間咧，佢唔會係首發啦。暫時照睇下半場佢唔會首發啦。咁但係佢會踢幾多分鐘咧？我諗大家都好關注啦嚇。係啊，喺北京嘅時候其實已經有問題咧，因為咧就星期五練波嘅時候咧已經練唔曬啦，同埋當時北京嘅空氣好差啦，咁啊令到佢亦都係有好多嘅問題嘅，身體完全係不適嘅。咁啊而家咧就我哋目標球員咧暫時就未見迪馬利亞。係喎，唔見迪馬利亞喎。咁啊會唔會佢換咗波衫出嚟咧？我哋都要望一望啊。咁啊幾個啊呢、這個馬斯查蘭奴等等咧，照計都唔會係首發啦。咁但係問題就話
美斯就肯定不是了，现在看到他依然慢慢是走去这个后备席的。而至于香港队方面亦都是陆陆续续出来的了。看看下半场，上半场三球，其实香港队真的上半段真的守得好。是啊，香港队这边刚才我们就在半场的时间看到一些热身的球员，有即斯里和安基斯，相信下半场开始这两位球员会首先作出调动。咁至於阿根廷嗰邊咧，就其實迪馬利亞、古魯啊等等咧，就西瓦列達全部都係，我諗都係埋翻嚟後備席嘅機會大啲啊。咁啊，仲有另一個鏡頭亦都見到啦，拉美拿啦，咁啊，羅美魯今日亦都應該咧就唔上陣嘅機會可能會大啲啊。其實暫時都見到咧，係佢另一位守門員馬哲斯咧就出咗嚟噃，咁即係有可能咧係馬哲斯咧代替呢個古斯文啦。咁啊，呢邊咧就最緊係十號波衫嘅球迷啊！咁啊，當然希望咧係睇睇美斯啦嚇。咁啊，見到咧，其實場邊嗰度咧就香港隊喺度做緊換人嘅手續噶啦。就亦都見到安基斯啦入咗嚟啦。咁啊，此外頭先阿迪都提過啦，就另外咧仲有咧就應該即斯利都入咗嚟。咁啊，即係話應該就暫時使用上面就兩個調動已經出現咗。就換走了咧，係李威烈係啦，咁啊，同埋應該係李志豪。咁李志豪的而且確啦，上半場係有段時間嘅信心唔係話太過強嘅，所以咧就調動都係合理。咁啊，同埋就始終大家都會好期待阿根廷嗰邊嘅換人。咁而亦都因為成班星啦喺曬個後備席嗰度啦，咁所以咧後備席嘅後邊嗰幾排位咧就堆滿曬球迷嘅。上半場咧就大家唔支持啊，所以咧就冇咁多球迷啊。而家咧就好多咧聚喺嗰邊咧就喺度影相啊。咁啊鏡頭剛剛就捕捉住咧係呢個馬哲斯啊，咁係呢個後備守門員啦嚇。咁你話講換人方面咧，咁啊暫時咧阿根廷啊換咗一個嘅啫。咁啊而家咧馬哲斯啊走翻去中間嘅位置，咁啊作出咧換人嘅調動，呢度有一啲嘅例啊，咁啊需要咧佢作出。一啲嘅舉牌，好啦，而家馬哲斯咧慢慢跑翻去換將嘅位置，咁啊古斯文又換咗，阿根廷又換一個，咁啊香港隊呢邊咧就換咗兩個嘅，我睇下咧喺各方面咧，香港隊呢邊咧有冇啲嘅改善啦，咁啊之前就高凡就係挨咗左手邊啊，咁啊開賽出嚟應該照計歐足高凡應該係踢翻中間嘅啦，咁啊將咧安基斯啊挨去左手邊，好啦，陳偉豪踢個長嘅前面，起啊高凡哨啦。到呢邊嘅奧達文迪頂翻出嚟，徐德瑞攞到，右邊有人上啊慢咗少少啦佢，咁但係呢邊都搶得翻，有冇事？萬一搶波只係拉拉對方嘅球員啊，結果咧就西村真係出罰咗，屬於咧阿根廷嘅罰球喎。但係現場咧有啲恐怖嘅原因咧，就阿根廷開始咧就後備球員咧係熱身啦，包括都係美斯在內啦，咁所以咧就引嚟咧係一片嘅歡呼聲啊！咁我哋睇翻啦，慢鏡咧就徐德瑞呢個犯規啊，有少少咧就係拉對方啊。我見到咧，嘉哥攞翻個波，有機會去睇下咧，就係話大中底嗰邊啊，就幾個阿根廷嘅隊星啦，就你貫穿咗一路組啊，等等咧都去熱身啦，所以現場就嘈得好緊要嘅。睇翻呢度後場啊，見到咧就係維珍尼啦，再俾翻啦，嘉哥再轉過嚟呢邊，一路轉過嚟啦，就雲江尼咧繼續都會咧黐咗去邊啦，就喺左邊咧嘗試發動攻勢嘅。布雷斯，哇！可惜呢個波咧轉失咗，俾安基斯就攞到嘅。但係就唔係太多嘅選擇，勉強咧叫俾到上嚟。呢度想用個鞋底咧踩住個波啦，不過咧就列明峰亦都冇辦法。就算踩到咧，其實咧就 keep 到個波嘅機會都唔係好大啊。咁啊，因為呢個波咧都俾歪咗少少啊，咁啊結果流咗出去橫邊嘅界外。朗卡尼亞一抌喺中間，我呢度咧回翻俾後邊咧就係巴尼加入球功臣之一嘅巴尼加，咁啊轉到左方邊。你咧雲基安尼雖然就冇入波，但係雲基安尼嗰個助攻非常之靚啦。睇個車線嚟呢邊過唔過到啊？又俾喺呢邊麥加坦入去對張建峰想通翻佢啊！張建峰唔俾你過啦。咁攬之後咧，寧願咧踢咗出去橫邊啊，輸個界外球嗰個啦，或者輸角球啊，更加危險。我上到嚟抌波咧就係啊，朗卡尼亞咁啊，呢個角度睇下會唔會見到有啲熱身後備球員。遠距離看埋去，見到最主要都係感空洞，因為美斯喺度啊嘛。好啦，咁啊呢邊準備等界球咧，就係朗卡尼亞。咦，咁中間咧就西村一咧好似有啲意見喎，咁但係唔好理住啦，呢度等落嚟。呢個咧朗馬多希古恩彈翻出中間，轉個靚身，我俾左手邊。呢兩下咧轉個大方向咧，轉去俾帕斯托尼咧，俾後邊都係唔得。呢度有冇阿古文爭啲偷到？
我再想轉翻俾後邊咧，就係維珍尼，我得翻停。哇！呢、這個波咧，高凡快少少有機會偷到。咁啊，好大份地攞咗之後咧，慢慢引個波上去，俾個直線呢兩下撞得唔錯啦。咁啊，攞住個波咧，又係啊呢個帕斯托尼，俾出中間甩咗啦，有個機會啦，聂凌峰會趟到直線上去啊，自己想再過，過唔到加高。但係呢邊咧搶翻你啦，呢邊嘅阿根廷球員咧喺中前搶一失波咧，其實壓迫都好快。令到咧香港隊呢邊都冇乜辦法咧，將個波就猜翻出嚟。之餘，甚至乎想踢個牆都比較困難。好啦，呢邊俾過嚟呢邊，攬到啊，攬到啦，咁但係咧比後咗啊，高凡兩個夾住佢，咁呢度咧升上去嘅時候咧有少少撞到啊，同加高。喂，高凡啊，呢、這個真係打劑嚟嘅，你睇下啲動作啊，夠曬力量型又夠速度型，啊逼咗之下咧，咁啊見到啦，呢邊啊 Kim Sir 即刻走出嚟㗎啦，希望咧球員咧壓翻上前啲啊。唔好俾咧就阿根廷咧喺中後場咧咁容易咧可以傳到個波，咁啊開始咧就雖然就話喺上半場輸緊三球啦，其實你話個比數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太過著咗，咁但係起碼都係踢翻自己應有嘅水平先啊嘛。呢、這個波回得大力得滯啊，迪斯利咁啊，尋日何解為甩咗呢個咧拐翻中間，又係大位好兩邊又包攞你呢邊，哎呦一漏咧之後咧好在用輝力都攞到，咁啊呢個波咧迪斯利回俾陳偉豪爭啲就。真係失咗添啊！咁啊，回得大力得滯呢個波。阿迪，你都講啦，我絕對同意啊！即係呢場賽事咧，我哋都唔好話再睇咧，即係話香港隊會輸幾多啊咁樣，呢個意義不大。但我諗阿 Kim Sir 咧，我諗有目標，希望起碼攞翻一個入球。咁啊，所以佢頭先你哋睇到好緊張咧，希望咧球員咧退翻即係谷翻上前啲去打。因為如果你永遠好似上半場咁樣咧，喺度縮喺後邊咧，你塞架大巴士喺度，你都輸三球啦。咁問題你踢落去咧，希望香港隊咧前線球員有啲表現，起碼入翻球咧有啲即係安慰也說不定啊。咁所以你睇到啦 ，Kim Sir 都幾緊張啊。咁頭先啊好怒嘅啫，叫啲球員喂上啲一路搶翻佢啊。咁呢個當然係 Kim Sir 個安排啦。上半場其實上半段守得好，下半場一體力下降咧已經守得麻麻地啦。係啦，嗱，依家鏡頭見到咧就拉比拿啦，就仲有咧就係盧祖啊等等啦，都係喺度熱緊身啦，所以嗰邊就好空洞。頭先西藏一咧就話俾佢哋喺廣告牌之前咧就係熱身，因為咧就驚騷擾到比賽。至於阿鍾興講到呢樣嘢咧，的而且確咧香港隊今日咧，如果你話睇呢場比賽，對手真係非常之強，呢個係一個事實啦。但係咧，我哋都見到一個問題嘅，就係每次香港隊有球員攞到個波咧，佢都好希望自己去衝一段嘅。咁呢個嘅諗法咧，其實咧就足球上面咧咁樣諗法係未必一個好好嘅選擇。你要喺適當嘅時間有空間咁樣去突破 ，OK 嘅。但係如果你一攞到波，完全就去諗呢樣嘢，而冇一啲互動性嘅互傳咧，就算俾你衝上去都唔夠人噶。呢個應該越早位嘅，所以咧就聂凌峰去到都冇用。咁啊，最後困到門將可能會俾牌添啊，西張唔一睇係咪啊，衝咗埋去。哇，聂凌峰嚟嘅。咁啊，當然呢下都唔係話啲咩認真。想傷到咧就係效力拉魯斯嘅呢位門將馬哲斯啦，咁啊拉魯斯阿根廷球會，咁啊睇下球證係咪俾咗牌啊？頭先應該掹咗個牌出嚟啊，睇落，啊睇下印證下啦。即係我諗呢個主要就係話佢其實一比落去呢下嗱，比佢呢下咧已經越位㗎啦。咁啊舉旗一段時間吹咗雞，佢仲唔收腳踢落去，咁啊就係呢下。咁亦都呢個情況咧就正正好回應頭先何輝你講嚟嘅，佢哋就心急啊，但希望所以都唔理啦，都發曬矛，見到波就踢啦，一路有去咧就向前啊。就係反映出佢個心態咁樣。係啊，因為頭先講到呢個問題咧，就係話好多球員咧，當對住一隊哇咁勁嘅球隊咧，梗係希望自己有所表現。但係足球大家亦都要明白一樣嘢咧，幾時俾波，幾時應該帶一段，幾時應該揾隊友幫，幾時應該 keep 翻個波，幾時應該自己去咧，全部都係好考究嘅。你一做錯嘅話咧，成隊波嘅運作咧，可能亦都因為咁樣而影響。迪馬利亞就冇喐到噶噃。阿 Kim Man， 喂。佢唔行出去熱身嘅，我以為落去嗌佢熱身。會唔會迪馬利亞係唔使熱身嗰類咧？真係又唔會嘅，一定要熱身嘅。尤其是世界盃嘅時候都傷過咁樣。咁而家就集中，所以我而家大中底嗰班球迷咧，就唔係點睇住場波嘅，淨係望住熱身嗰幾個，因為如無意外熱，即係話有機會踢啦。咁喺阿根廷禁制之前咧，希望香港隊咧加把勁咧，破個蛋都好喎。啱見到啦，咁想壓落去，一路推落去啦，這個波就甩咗腳啦，好可惜啊！就係呢一個啱後備入替嘅安基斯嚟嘅。我哋好似阿迪話齋，比數不重要嘅，咁但係都希望香港隊咧可以攞翻多少少攻勢。上半場正式埋盤係咪應該冇啊？好，咁啊希望下半場可以有啦嚇。咁而家見到佢壓前咗，你喺前場踢波嘅機會係多咗好多。哇！但輕描淡寫已經俾阿根廷嗰邊咧快步咧，芬尼加將個波撞翻後啲先，再經由啦，係啊，雲明基安尼啦喺左邊嗰度慢慢倒翻上嚟。
而家打到下半場嘅七分鐘。咁大家買飛入場嘅朋友，或者係黐住電視睇波嘅朋友咧，應該下半場就更加會覺得氣慾啦，因為陸續咧你想睇到嗰啲升級球員應該會喺度，同埋再睇下香港隊嘅拼勁啦，下半場可唔可以頂住？而家就落緊0-3，呢個波就瞓到盡㗎啦。但係帕斯托尼咧亦都冇俾啊黃楊咧撞跌，亦都咧個波再後一落翻嚟喺阿根廷球員身上，就係佩雷斯。咁啊換啊換咗，好奇怪，跟住換咗龍門啦，因為我諗啊原本正選嗰位門將咧就係三號門將啲馬哲斯。好啦，單刀機會啊，阿根廷嘅單刀機會背還阿古魯4-0。咁啊比波咧算係真係相當唔獨食嘅，就係呢一個咧加坦。咁啊加坦咧就一下假身左腳揞去遠處，希古恩個人入咗兩球幫梅開二度啦。咁呢個波就其實他們不是怎麼慶祝呢，都不是代表著開不開心，而是這些是因為香港隊有少許出錯，這樣來的入球呢就入了就算了，將紀錄改成4-0。這個球呢這下斜射箭燙進去的話燙到了張遠峰在這裡，他停一停以為會裝對方越位，怎麼知沒有，因為看到加坦從後走上去，那個球斜射箭燙過來，亦都不貪功，加坦自己可以搞定，但他看到希古恩的位置更漂亮擺下去，這個球斜射箭一燙，最大第一問題就是張遠峰收了無視，看到原來沒有越位先再追就已經遲了，下半場計就快喎，即係七八分鐘已經輸一球，輸多一球嘅話。喂，中英頭先俾波個唔知咪又係賓尼加嚟嘅啦。係個形似賓尼加嚟㗎。即係佢今日踢呢個位咧，其實喺阿根廷嘅國家隊嚟講，好難有呢個位踢㗎。因為平時大家都知道，一係就美斯，咁啊一係就迪馬利亞，佢哋會發板嘅喺前場，喺中間做一個即係輸送嘅指揮官。對上一代可能已經係列基美嗰啲㗎啦，跟住美斯出咗嚟之後，其實呢個位置已經唔係好用得到一個創造型球員。咁賓尼加咧，我諗呢五十幾分鐘啦，佢可能享受到喺近年喺國家隊好難得嘅一個時候，又可以發板，又有波入。咁啊，而家造就到4-0啦，瞓喺度呢個就係佩雷斯，呢個阿根廷嘅邊緣人。企喺度呢個就 Kim Sir 啊，咁而家就你睇下 Kim Sir 嘅眼光。咁 Kim Sir 近排嘅比賽其實新加坡贏咗場啦，算係咁啦，算係咁啦嚇。咁啊，亞運就打得唔錯啊。OK 啦，馬天奴亦都要同大家坐咗傾傾啦，睇下點樣安排。佢得六個換人名額啊，咁啊點樣滿足曬呢個香港觀眾咧？咁肯定要有啲取捨嚇。喂，起碼要有嗰兩三四個咯。大家我哋投票嗰幾個啦。目標人物嚇。嗱，睇翻咧頭先呢個波嚇。就是巴尼加拿住一個斜射式撳埋去，好靚，喺兩個人之間穿出去，而呢個加達攞去之後咧，佢哨到咧希古恩後面到啦。雖然陳偉豪已經近嘅，但係佢波好舒服啊，俾正呢個希古恩前邊啱啱到，啱啱搭一步數，呢啲就真係喺個傳送功夫做得好到家，係咪啊？係啊，咁啊現場依家咧就嘈得好緊要啊，好有節奏咁一路嗌緊美斯美斯美斯咁樣嘅，咁希望佢可以及早上陣。係，你睇波。有冇聽過有球迷會咁樣嗌一個人嘅名啊？即係對手借幾時咧？好多時都會㗎。嗱，主場我都聽過，係即係譬如英國，我都聽過佢係嗌科林，係。但係喺嗌作客嘅其實哦，咁啊呢個都要睇場合嘅。好似今日咁，如果你話喺個即係講得直啲，好少級數上面爭咁遠嘅咧，就雖然咁嘅情況都不出奇嘅。譬如話喺老型球場咁，你好常見都老型嗌咩事？同美斯如果打後備出場咧，對手一次都唔知幾時，可能考起我哋啲資料搜集。都不知道有冇幾多年了已經嚇，後備上陣，一係唔踢得，一係正選，即係喺香港都會創造好多嘅整咗紀錄嚇。係，睇下咧阿根廷嘅呢個攻勢啊，見到比賽中間，哇！呢、這個波咧見到咧就科夫咧叫頂得住啊個背脊。咁啊其實講到今日咧就阿根廷咧一路壓住嚟打啦，暫時個統計數字上面香港隊又冇射門，不過亦都唔好大家唔好覺得太差啊。因為大家可能都會有印象咧，就係近年咧，舉個例，譬如喺歐洲球會嘅比賽咧，美斯領銜嘅球隊咧，都曾經令到一啲歐洲好大球會係零射門㗎，成場波嚇。嗰啲球會其實大家都熟悉嘅，咁我諗可能有啲印象添。但美斯未出場，係咯，所以咧就係呢個就問題啦。有可能咧會稍後會出場嘅，因為咧見到有職員咧走咗熱身區嗰度咧，就叫翻部分球員翻嚟啊，咁啊睇睇咧邊啲球員翻嚟啦，咁啊有冇機會係美斯啦嚇？同埋中英今日會唔會馬天奴嘅助手係要睇準合約嘅咧？啊，都可能係噶，呢個話要踢嘅喎，咁樣仲要踢幾多分鐘？踢幾多分鐘啊？至少計住喎，咁樣。所以頭先傾緊啊，可能就美斯翻嚟咯喎，好似鏡頭影唔到，但美斯行頭啊。哦，即係而家熱身後備熱身嗰班就美斯就行頭行緊翻嚟。仲有薩巴列達，咁啊薩巴列達嗰啲就長即係近年柱等嚟㗎啦，不過就我冇見到有人印薩巴列達。
啊，即係球迷嚟講就冇辦法。其實薩巴利達同埋咧就馬斯查蘭奴咧的而且確咧真係非常勁嘅綠葉啊！呢啲係無名英雄啊！近年嘅大佬，其實佢同阿美斯一齊踢世青嘅薩巴利達，嗰陣時佢係隊長嚟嘅。係啊，薩巴利達美斯都係喺呢個京奧啊，阿 Kim 你記唔記得啊？你都喺度啊，京奧佢咪攞金牌同隊咯。再之前20歲以下嘅世青杯都係佢同美斯一齊踢，佢做隊長。當時薩巴利達京奧仲有阿古魯啦、迪馬利亞啦、迪馬利亞決賽入波啦，係一比零，一比零嘅。咁啊，迪馬利亞同馬斯查蘭奴咧就短時間應該唔會出啦，因為就。熱身不見佢嘅嚇，不過唔緊要，大家唔關心住。但係講講香港隊先，費事俾美斯搶曬風頭，俾香港隊換一換身力軍先啦，阿迪。哎呀，但係我鏡頭已經影住美斯先啊，講住美斯先，講住美斯先，準備咧就換美斯。但係另一邊阿梁振邦咧都準備會入嚟㗎，香港隊換梁振邦㗎啦，換翻個中場出嚟。哇，梁振邦亦都硬淨啊，體能亦都好好啊。好啦，有個機會啦，張建峰嘅左路出唔出到？一出，哎呀，省中咗咧就係啊，朗卡尼亞咁啊，仲有呢個界球，咁啊嗱嗱聲攞嚟抌噶啦，咁啊打俾前面嘅攻犯。薩巴列特都著埋衫咯喎，啱睇嚟咧係美斯同薩巴列特可能咧一齊會換入嚟啊，咁但係而家仲係誒飲緊水嚇，今日未換住。咦，場邊咧捉住咗小朋友嘅？係啊，咁啊要呼籲啲球迷咧就啱啱太過激動啊！因為如果衝入場就會被人捉走嘅。因為你知道近年咧有一啲衝入場好英雄式嘅，所以啲小朋友可能會誤會咗。好啦，嚟啦喂，梁振邦首先換人啊，梁振邦未試過換人有咁多掌聲嘅，因為同阿美斯、薩巴利達一齊企喺隔離，一分鐘換人，企喺隔離啫喎。咁啊，梁振邦出去啦，咁啊出去比賽，咁啊入嚟嘅咧就係啊高榮志啊，咁啊今日咧就。在中場的位置嚟啦，中場換翻中場，咁啊跟住落嚟嘅咧就係啦，頭先幾位嘅拍檔講嘅啦，美斯以及就薩巴列達，走就帕斯托尼，咁啊嗰個位置其實咧就真係有啲衝突㗎，咁所以咧就帕斯托尼咧，當美斯在陣嘅時候咧，其實佢上陣嘅機會係真係極低嘅。好啦，咁啊接住咧係薩巴列特咧就替呢個朗卡尼亞咁啊打翻咧係右邊啊。咁啊，美斯入嚟咧，自然咧，成支球隊就圍繞住佢去踢加工咧，即刻俾翻隊長將佢啊，嗱，就嚟睇到噶啦，睇住鏡頭，嗱，俾翻佢啦，有大有細啊嘛，一定要嘅。好啦，咁啊，美斯咧，即係喺59分鐘啦，即係接近60分鐘嘅時候出現啦，咁即係都有30分鐘嘅時候獻技啊，咁啊，球迷都啊無可奈何地接受啦，因為點解我無可奈何咧？最理想嘅踢足90分鐘啊，不過亦都要考慮佢上一場咧對巴西一場，佢就係即係踢足嘅。同埋今日踢完之後幾日之後咧，又要喺歐洲嘅大聯賽裏面出現。係啊，佢今晚同埋佢哋今晚即飛啊，啊，所以佢都辛苦，同埋咧加上啲空氣喺巴西同埋喺呢個北京已經差啦嚇，咁嚟到香港亦都唔係話太好啊，今日嘅空氣指數都唔係話好嘅，咁所以對於啊即係美斯嘅擁護者咧，就係睇半個鐘頭啦嚇 ，OK 嘅。由於咧就見到咧就希冠仍然係在陣啊，所以希冠咧就會佔住咧正前鋒嗰個位置。咁啊，馬天奴嘅擺放咧，依家咧就變咗咧，美斯咧就係踢緊右邊嘅攻擊球員，但係相信好多佢都要升出嚟攞波啊！一攞波即刻向到飛起啊，咦啊！但係呢個波俾入佢嘅時候咧，即使你啊叫心口控到跌翻出嚟，班尼加想埋去跟進嘅時候咧，有少少失腳。好啦，徐德瑞轉到右手邊，咁梁振邦咧出嚟第一腳墊波啊！大家再殺你啊，推兩腳少少腳啊！加高嘅鏟之後咧就鏟穿界，即使你咧即刻上嚟就抌啦！右路嘅交球，啱啱梁振邦個轉身，隔離有個高凡踢啊！呢個波咧一叫叫失咗啊！咁啊打好之後咧又踢個直線上去，不過呢個波咧就算踢到，我相信都會越位啊！咁所以希冠恩咧都放棄咗啊！咁啊葉鴻輝出嚟之後咧就交俾左手邊嘅張建峰，咁啊哎呀呢個波咧自己交失喎，咁啊未俾美斯截到。美斯對張建峰一個對一個，後面有人走位，中間又有呢兩下咧撞得佢好靚啊！咁啊跟坦咧仲有咩希古恩，佢唔到都係俾翻咧加高咧再嚟過。我睇咧外圍嘅 keep 波啊，喺阿根廷嚟講咧都做得非常之好啊！咁啊呢一方面咧兩下猜多兩猜，咁薩巴列達咧啊喺右手邊啊冇乜嘢做，都入嚟中間咧攞下波踢啊！我美斯頭先偷到個波咧爭咗個機會啊！但是自己就再上的時候就很多香港隊球員都包埋嚟咧，變咗我推唔到啊！慢慢收入中間，呢度咧氣管咧都轉嚟右手邊俾薩巴列達，安基斯一埋一拍甩咗，張峰咧呢邊攞翻，張建峰一劏上去點啊？哎呀，高凡控甩咗啊！咁啊一黐住一控甩之後咧，加高再玩一面門將啊！咁啊就係馬哲斯咧，再慢慢啊猜翻過嚟俾呢邊啊維珍尼。我見到美斯咧咁啊，鏡頭都係捕捉住佢噶啦。
咁我哋可以近距離再睇下美斯啦，阿迪啊，大家可以睇下美斯嗱，平時睇電視可能睇得多啦。美斯而家點樣踢波咧？係冇波在腳，佢係唔跑；一有波在腳，一有機會佢先喐嘅。其實咧喺世界盃嘅時候，呢個情況已經係即係變咗一個獨家村嘅，得佢一個可以咁樣踢嘅啫。咁而家有波走位，咁而家梗係要走位啦。佢入咁啊禁區，但係咧陳偉豪將個波踢出去底線先。因為我哋嗰陣時講世界盃嘅時候咧，因為一個月咁短時間踢六七場波咧，佢真係冇辦法跑噶啦，冇辦法喺冇必要嘅時候喐嘅。咁而家今日會唔會好啲咧？咁暫時頭先都見佢主動偷咗個波，好少見啦。同埋阿 Kim 你講到呢樣嘢咧，其實我相信咧嚟緊嘅日子咧，美斯都會係類似世界盃咁樣做嘅，因為佢嘅體能狀態咧，你可以話少過高峰期啊。嗱，見到呢度咧就凌峰咧將個波頂咗出底線，咁變咗美斯咧依家咧，你話同幾年前比較咧，佢係冇可能不斷咁樣全速運作嘅，一定要係儲夠衝一段，儲夠衝一段。咁啊，世界盃期間佢爸爸其實都曾經講過呢個問題嘅。即係所以而家有啲統計話每個球員跑動幾多嗰啲，美斯一定爆尾，因為佢又唔係計鬥跑幾遠為主嘅嚇，淨係斷速嘅啫。啱呢個波係佢回嘅，想話再喺左邊咧擺翻嚟右邊阿根廷嘅攻勢啊！咁呢個波係斷一攬，快步啦，頂翻後先。落翻嚟咧，又係啊！今日打幾好啊，賓尼加嘅腳下。咁你睇下美斯又翻嚟，咁啊當然個波個重心咧會喺翻前場去做嘅。咁啊做翻喺中間撲腳賓尼加嗰個角色會有咩唔同？不過而家睇嚟咧，美斯都係擺咗前邊啦，佢冇入中間啊。咁啊同呢個對巴西嘅場又唔同。巴西嘅場咧好多時咧佢喺中間喺中圈開始攞波咧就係做入去嘅。而家佢好啦，又去到佢啦。咁啊好簡單喎嚇，攞住咧就俾。咁啊，暫時咧佢啊兩三次踢波都係冇話點樣特別去扭啊。好啦，睇睇起佢呢波你啦，哇，爭少少啊。不過呢波葉宏輝亦都係啊撲到盡噶。好啦，呢邊咧見到郭建邦咧就企喺度啦，咁啊預備啊換啊張建峰。咁啊都係嗱，我哋睇翻咧係慢鏡頭啦，啊換人期間再睇翻呢個慢鏡頭啦。咁啊睇睇起佢欣一擺一推順啊，哇！起佢欣話：哇，真係好耐未試過咁順啊踢場波啊，係啊。你見到咧，其實咧就今日希冠恩啦，佢啲動作未必好快噶，但係咧佢好清楚咧，對方嘅後衞即係香港隊嘅後衞咧，係喺佢嘅邊個方向嚟咧？你見到佢成日都係唔係好快的動作之下咧，係避過到個糾纏，跟住咧係發動到攻勢嘅。其實呢啲都係級數嘅表現。啱啊！佢哋即係第一，佢知道你喺邊邊嚟，佢已經食咗你個位，擔咗你半個位，跟住佢做個動作，好似預知你會去邊度，佢就唔去嗰度咧。喺上半場睇佢射嗰個波俾阿葉宏輝搞波就係啦，左級右級佢都能夠控翻住個波啊！呢個真係相當高嘅技巧啊！好啦，咁啊下半場咁啊暫時嘅下半場只1-0嘅啫嚇。好啦，又嚟一個射直先啦，放入嚟咁啊，呢個大腳咗啦，咁啊葉宏輝都係出嚟啦。咁另一方面都係留意住咧，係美斯咧都係擺喺右邊嚇，開始慢慢走上嚟逼啦。郭建邦搓出嚟，第一腳有波踢，俾聂凌峰咁，但係咧俾人一逼咧就俾希冠恩係逼甩咗啦。頭先我哋就講啦，希冠恩埋嚟咧食你個位食得好好啊。咁啊，至於講到美斯喺右邊咧，就阿馬天奴嚴格嚟講，佢可能有機會係幫巴塞練緊兵嘅，因為依家蘇亞雷斯未出嚟嘅。咁啊，月尾咧就巴塞就會對皇馬，咁啊到時睇下個情況咯，會唔會美斯係會踢右邊啦，定還是踢喺蘇亞雷斯後邊？好啦，見到美斯攞波，俾入去中間，翻嚟加咁羅梅爾攞到波，俾翻美斯一車，又一球，美斯喺香港嘅入球啊，進一步咧擴展嘅優勢去到5-0。你睇到入呢個波，美斯嗰個電速幾快？你真係唔好話佢平時行，你睇俾用呢一段係啦，你俾完個波揸佢個電速，你今日兩個人追住佢，但係都追唔到。唔知道我哋攝影師有冇捕捉到美斯好難得珍貴笑嗰個樣咧？一入波擠高咗。佢嚟香港唔知係咪第一次笑喎，就係擠高咗個波過冇辦法啦，葉宏輝衝出嚟就一定俾佢笠嘅。嗱呢個 one two 一定要俾佢嗱，好近距離嘅擠當然唔容易。另一回頭啊，咁其實冇理由睇佢笑嘅，我主要梗係睇下攻勢啦，大家。但係其實俾呢個波咧，俾斜咗㗎，即係已經俾斜咗少少㗎啦。唔係好啱腳，嚇少少唔係好啱位啊。咁但係你睇佢一轉嗰下嗰個短速咧，快加速。翻嚟真係又通咗黑佢。係又呢下波俾波通黑佢啊！咁但係一俾其實。唔係話真係俾得好靚啊！你睇美斯係走廿碼到嘅啫，即係中場就係揼入咗廿碼。佢跑得最遠嗰段啦，中興就入波行翻去中圈嗰度啦，就最遠嗰段就係嗰頭。佢發力廿碼埋嚟啊！結果咧個波咧其實係過咗少少籠嘅，咁但啱佢又左腳一出就係左腳一撩撩翻個波咧，係成個反方向咧係入啊，好順好靚。咁呢個就即係呢啲天才球員就冇得傾啦，真係啊！呢啲就～教都教不到何輝，呢啲埋去嗰個捕捉啊，真係冇得教啊！冇啦，可遇不可求啊！特別係譬如話佢喺咁
急趕的時間裏面門將出來，他也是用個鞋頭啊這樣少少高的波來入波，我們在歐洲或者世界的大賽裏面見之不少啊，在美斯的腳下，但是你說真的在比賽裏面要做出來一點都不容易，也都剛才都讚一讚袁鴻輝，因為剛才阿根廷的直線他出來都出得很快，這邊看到高凡都搏到個罰球回來的，鏡頭無可避免地會不停地拍著美斯。再看看這個入球，首先就美斯拿到個球啦，給到中間班尼加在鵝魚頂拿了，跟著給回去美斯，一釘很多這些入球好像很輕鬆，但是一點都不容易。看看那邊禁區裡面，看到就可惜最後高凡失了球跌回出來，阿根廷在後場拿回，應該都可以慢慢地 keep 回個控球，加高就猜回後面，再給橫一點放個高球，加高的心口拿回來，班尼加就讓了給自己隊友，放一個長的轉方向美斯攞底下，攞得不是太靚，頭槌頂回給自己隊友，再給美斯，三個人從當中仍然一路可以推進，被過埋過回慢個節奏，幾個人埋嚟又一個假身，哇完全搶他不到，你看天分真是勁到不得了的。我們其實這裡廣播室裡面個個都擰緊頭，因為實在嘆為觀止，落到底線出到來美柱這邊線在後面，應該有啖氣唞下了，看看安基士可不可以接回個球了，真犀利啊！美斯啊，哦呢、這个波咧系俾人偷到，希古真打个后抽，睇睇佩雷斯点先，俾翻过嚟右脚想啊切高个波，好嘢！呢、這个姚鸿辉咧好嘢啊！呢、這个波咧就佢系想谂住咧切翻高过去噶，咁但系姚鸿辉咧依然咧系即系今日系真系虽然输五球啫，但系冇得怪佢啊！咁啊呢个佩雷斯亦都好精啊！我哋再睇翻個慢鏡，本來咧就香港攞翻波，嗱，好多時候香港個問題就自己喺呢啲位失啊。希古恩打球抽，嗱，留意佩雷斯壓切，佢係諗住係攻門噶呢個啊，唔係咧係做二傳噶。咁你亦都睇希古恩咧係真係清風送爽啦，輕輕個後抽，香港隊嘅球員得個撲字啊，咁啊一落嚟淨係撲美斯落埋撲啦，撲唔到啊，最慘你跟住佢，哇，好似黐膠水咁啊，嗰、那個波黐住只腳咁啊，真係好嘢。好啦，薩巴利特頂埋嚟，哇，呢、這個好彩啊！好彩嘅咩咧？好彩係踢唔到啊！一踢到分分鐘咧就啊俾人即係接翻又唔頂，輸角球又唔頂，因為踢唔到，所以這個球呢個波咧就成為龍門球啦。咁中興你話都撲個美斯又排撲，咁但係睇翻啱呢個波佩雷斯，咁啊你話好有勢又唔算嘅，咁但係都係一個慢門，咁但係都撲到啊葉宏輝。撲阿美斯嚟講，對可能所有嘅踢波嘅後防隊嚟講，都係叫做一件事啊，係咪先？定係摸住啤酒杯底，我都撲過㗎，咁都叫做做過啊。咁你睇個外國有幾多次嘅比賽，好似頭先何輝話齋，幾多後衞食佢塵，咪一樣係咁。所以香港隊盡力，而家仲有二十分鐘，我哋可以盡情欣賞美斯嘅腳法，亦都可以睇下香港隊點樣盡力去拼搏。迪馬利亞準備嚟喎，睇嚟咁啊慘啦喎，撲兩邊，仲有馬斯查拿奴啊！喂，馬斯查拿奴，你踢嚟做咩咧？其實你都係防守，你唔通上嚟進攻？啊，踢中場可以。好啦，喂，唔好講少啦，香港隊換埋先嗱，唔好俾佢搶曬風頭啊！首先咧，收起八路徐德瑞入嚟啊，十號林家偉都係我哋啲入球希望嚟嘅，因為我哋今日打到嚟七十分鐘咧，埋門就欠奉嘅。咁啊，林家偉當然亦都有佢嘅腦筋啊，同埋技術相當好，睇下可唔可以有啲靈機突破。另外仲有一個外援住一個先，香港隊嚇。咁另外頭先提到就阿根廷嗰邊就迪馬利亞同埋馬斯查奴將會後備入替。咁如果迪馬利亞入咗嚟咧，咁美斯嗰個面對嘅防守會少啲啦。咁香港隊嘅後防咧就要分化啦，佢哋分開嚟做啊，危險啲啦。睇下會唔會譬如話換走加坦啊，阿迪點睇啊？看翻先啦，再講美斯嘅右，你睇下咧，而家咧就唔敢一個對住一個添，兩個馬尼巴撞落右去埋，好啦，攞底線擋喺中間，哦，睇到定啊！咁你入射嘅時候咧，兩個球員根本上真係俾佢任佢俾出嚟咁滯，咁啊一來就佢落去底線過得靚啦，二嚟兩個溝入嚟真係啲速度就爭好遠啊！咁啦，睇美斯，你話睇電視睇啦，哇，佢都已經好快。其實我現場睇佢好多次。你現場睇，但係冇一次係玩到今次咁輕鬆。所以咧，我而家咁講啊，先阿鍾興話有三十分鐘睇都好啊。咁其實我諗香港隊嘅諗法，踢三十分鐘好多㗎啦，美斯。喂，睇翻呢個慢鏡有啲越位嫌疑嘅喎。有啊，少少。如果俾美斯踢耐啲，不堪設想啊嚇。咁啊呢個走出嚟，但係佢加速嗰兩步啦，即係我哋喺慢鏡可以睇得清好清楚。講緊唔係慢鏡，正常速度睇，可能十分一秒嗰、那個越位嗰個位置旁正，真係冇咁容易睇到。美斯左腳吸定，然後擺一個好準確嘅近處位入波，個係邊個嚟㗎？應該就係加坦啦。
咁啊，加坦都梅開二度啦。我諗加坦出嚟嘅機會都好大啦。見到迪馬利亞啦、馬斯查蘭奴啦，仲有嘅就係、是佩雷拉咧，其實都準備入嚟，反而咧就係頭先咧拉比拿啦，同埋咧就係盧祖啊坐低咗啊，延伸翻嚟。迪馬利亞已經入嚟。迪馬利亞走加坦係頭先都預期過一定會出現嘅事啊。啊，加高出嚟咯喎。咁啊，俾阿馬斯查蘭奴做翻個防守啦。仲有安素佩雷斯咧，亦都出嚟。其實咧，就未去到尾段啦。阿根廷個陣容係仲強大嘅，復歸接近成個正選咁就係攻守都有啊！即係你講緊即係以世界盃決賽為例啦，咁都係基本上啊，一定揾你阿雙冇踢啦，嗱，馬斯查蘭奴啦、薩巴列達啦、美斯等等咧，希烏恩嗰場咧都係有踢噶，後屘後備俾人換走嘅啫咁啊，絕對同意我所講嘅呢個陣咧，就即係越嚟越係即係佢哋常規嘅正選多啦。但係咧，因為一場表演賽啦，咁所以我哋就係盡量咧欣賞，咁啊睇睇香港隊真係可唔可以咧係有機會咧係破到蛋咧？而家香港隊推翻上啲打㗎啦，咁啊比較積極啲喺前場啊。好啦，咁啊睇呢次高凡轉定個身，咁啊但咧出唔到啊，因為咧係所有都係自己球員俾人掹死。好啦，郭建邦入咗去，咁啊見到薩巴列特咧上一攝個位咧已經係越位啦。原來嗰邊郭建邦咧早係跌咗越位啊，咁呢邊防整咧就係、是。俾到啊！咁但系咧就美斯依然咧就擺咗左右邊位噶嗱，睇翻呢次嗱一擠高個波係啊，佢因為佢走翻出嚟嗰步咧已經一俾個係越位噶咁啊嗱，睇埋咧天使出埋嚟啦嚇，咁啊睇睇啊呢啲真係哇草草埋埋啲身價真係犀利齊曬。咁所以我想問下迪利，而家打咗七十分鐘有多啦？頭先你之前都提過，之前巴西對香港嗰場大戰啦，你打到好興奮嗰場咁輸1-7，你覺得呢場波其實而家睇落？香港隊呢場對阿根廷同嗰陣時你對巴西其實有咩分別？其實你話講個進攻方面咧比較即係強勢啲咧咁啊，其實當想當年即係嗰個巴西嗰個攻，我記得佢咧仲表演性個味娛樂味道高啲嘅。今日嘅阿根廷好似仲認真啲啊！因為你睇到今日阿根廷咧，雖然你話之前可能係一啲唔係球星級啊，咁但係咧佢哋嘅表現都好，同埋都好認真啊！見到咁啊，就算而家換咗好多球星級出嚟啦，就算美斯到啊，頭先你睇到佢攞咗波俾入去，你真係殺入去嗰下，真係全速壓入去嘅。咁所以咧喺嗰個表現上方面好，睇埋呢個波先，有冇機會希古恩？哇！諗住腳尖尾一切入去啊！呢個波咧入唔到啦，打翻出嚟。咁啊，但係咧，你話喺上一次喺巴西嚟講咧，巴西嗰啲球員嗰、那個可能都係個人技巧比較高啲啊，同埋嗰個人能力強啲啊。咁所以個侵略性會比較多啲，個人味多啲。咁但係你睇到咧，今日嘅阿根廷咧有少少唔同，就係佢哋嘅組織性係比較高。巴西嘅場波係7-1啊，係啊，7-1。咁啊，依家個吶喊聲嗰個面咧就廣闊咗啦，因為頭先就聚曬美斯右邊嘅，依家嗰邊有埋迪馬利亞啦。迪馬利亞喺今次喺香港拉好多票啊，係咪識做啊？因為美斯有啲嘢唔做噶啦嘛，佢做曬，包括親善大使啊，咁啊係簽名啊等等。咁但係而家美斯有一個入波，一個助攻啦，睇下迪馬利亞有冇表現啦，即刻出嚟左腳就係、是、省到人嘅一個波。咁啊，黃楊咧就刪到呢個波，咁啊落咗底線嘅位置啊。迪馬利亞咧就亦都攞翻住個波咧，準備開呢邊左路嘅角球。出咗嚟之後就都係踢多幾腳波啦，咁啊都係啱啱啊，咁睇下過多幾分鐘之後會唔會越嚟越多啦？呢個波開前柱，麻麻地喎，哎呀，爭啲俾人攝到啊！咁啊逼之下咧，打俾呢邊啊吳家偉，哇過得靚啊！後邊幾個埋嚟逼你啊，都靚啊，通穿咗，安吉斯一個再過有個機會啦，睇你點啦？跟住咧馬斯查拿奴右邊有高凡比，高凡打翻條走過。之下咁啊，高凡啊，高速嘅球員咧壓上去，亦都咧安基斯其實俾得靚啊，就算左腳都可以入去趟啦。但係呢個波趟高咗。咁啊，首先咧由林家偉傳出嚟呢度嘅時候，其實都傳得好靚啊。咁安基斯一路大步推入去，咁啊高凡亦都大步啦。咁一俾佢呢個其實俾得好靚啊。咁左腳其實都啊順曬腳啦，都就曬左腳嚟呢邊咁趟噶啦。咁但係呢個波一趟之下啊，趟高咗啊。咁啊，我估計佢咧睇動作啦，似想咧就。其實都想趟翻遠處嘅，但係一趟嘅時候咧，啱啱個波又彈彈地喎，咁啊彈下彈下之下咧，咁啊趟個波底高出啊破蛋機會好多添。
五巴，希望咧繼續有啊！睇翻美斯，咁自己殺埋嚟，咁啊，但係咧係科夫將個波咧係拉拉拉啊，咁啊冇咁順啦，咁啊迪馬利亞再想話轉咧，亦都轉唔到啊！咁啊頭先個波咧就慢鏡睇就真係好細微咧，少少彈，所以咧佢射個波嘅時候咧，高人射個波啱啱咪晾咗少少腳眼嘅位置啊，佢就唔係話真係掃把腳，掃把腳咧可能撳翻會好啲啊！咁但係就的確好可惜啊，以為咧有機會咧係起碼破蛋啦嚇，咁啊暫時唔緊要，咁啊比賽咧就話仲有十零分鐘啊，希望咧仲有第二次機會嘅出現啦嚇，廖凌峰食住個位，回翻後邊，科夫大腳咧係送過嚟，高凡一控後邊又到啦，啊真係即係完全咧係對方咧，無論係預測個來球啊，嚇食個波食個位啊，都係真係啊妙得好天啊！佩雷拉，巴尼加，後邊巴尼加，哎呀呢、這個波咧係唔追啦嚇，雲基安尼基巴大力少少都唔追啦嚇。咁啊，其實頭先大家都睇到啦，就嗰、那個單刀啦，同呢邊嘅比較啦，咁就美斯咧就呢一個嘅攻勢啦，亦都係做咗一個組織啦，一個 one two 啦。頭先提過有越位嘅嫌疑噶，但係肉眼要判咧就唔係話太過容易啦。咁啊睇準啦，塞入嚟中間啦，好輕鬆啦，門前就擺個波入網啊。不過亦都見到咧，其實咧就香港隊呢邊啦，就阿積斯利咧，佢就唔知道有人閃埋嚟，否則咧頂住個位咧都唔係咁容易入。咁同埋頭先呢一個單刀咧，大家都顯示嗱，較前阿美斯都有單刀。咁佢嘅處理咧就相當精彩咁咧，車過埋葉宏輝咧就入波，但係呢邊咧就會係燙高咗。咁樣嘅比較就大家可以即係一欣賞一下呢樣嘢，即係點樣去欣賞，都係光榮嚟嘅，能夠咁樣比較。係啊，咁但係當然佢波即係好可惜嘅，因為香港第一次埋門嚟嘅，如果能夠一次就中的，都係一個 OK 安慰獎。嗱，兼咩至少唔係零射門啊？呢場波有射門，比起歐洲大球會係強啊！咁而家未能夠攞到安慰獎，咁啊，但係時間仲有嘅。喺定馬利亞啦，同埋馬斯查奴等等入咗嚟之後咧，呢幾分鐘裏邊咧，其實暫時咧又見到阿根廷咧嗰個，因為變動比較多啲，換咗三個人，咁而家個陣式咧佢稍為咧就拖翻慢啲，冇之前嗰個下半場一出嚟嗰段咧咁攻擊性嘅，咁啊俾香港隊都攞翻少少攻勢。咁而家咧就已經係仲有十一分鐘啦，賓尼加繼續係由佢發板，定馬利亞做過一次波嘅啫，今次嘅比失咗。咁啊，唔好嘥啦！嗱，不過應該就冇嗰種突擊嘅味道噶啦，唯有猜翻好啲啦。好彩護到個波，慢慢猜咧，送翻後邊啦。林振邦擺喺右邊，就咁遠斬埋嚟，頭槌先後，搞得圍先冇問題。雖然見到安基斯上埋咧試下，睇下冇嘢執下噶啦，就執唔到啊。咁會唔會調翻轉頭俾阿根廷打個反擊咧？佩雷拉拖得慢啲，乜嚟噶？一下假嘅，再擺嚟左邊。好啦，迪馬利亞遠處有美斯，望住美斯嗰邊噶啦。好嘢！美斯咧，當然佢等住想食噶啦，但係呢邊咧快一步咧，將波解圍先，就係啦，郭建邦嚟嘅。啊，場邊又有個調動出現嘞喎。啊，見到咧就係阿君怡啊，陸君怡咧準備入嚟啫，就應該換走咧就黃楊。咁啊，頭先其實阿根廷嗰個反擊都係相當快啦，又係咧就巴尼加帶動啦，希冠亦都有參與啦。咁啊，要留意一樣嘢喎，嗱。其實咧，就香港隊咧最尾呢十分鐘到咧，你話有攻勢嘅機會，其實係唔錯嘅。點解呢？因為依家阿根廷呢個陣容咧，反而嗰班咧，佢踢緊直選嘅。咁啊，同埋佢哋其實平時都唔係話認真太多、太積極去參與個搶波嘅。所以咧，反而阿根廷咧中後場咧一打翻過嚟嘅時候咧，空位咧係比咧頭先嗰個直選陣容咧係仲會嚟得多啲嘅。睇下呢度先啊，見到美斯攞住個波，一腳橫吸翻停，俾翻隔離迪馬利亞，再俾翻美斯。人從當中俾咗班尼加，再俾翻美斯車入去，仍然喺度做緊，再攞翻轉頭，希古恩嘅射波省到人，跌翻出嚟，解唔解圍到啊？頂得麻麻地啫，安基斯再加一腳打翻去前面，高凡得咗個位，不過咧又即刻咧俾馬斯查蘭度搶到，班尼加人從當中又想壓入去，今次係過唔到高凡。咁啊，的確咧，頭先阿何輝講啊，好即係對啊，因為咧香港隊而家用呢班人咧，用波能力咧比頭先強啲㗎。呢、這個林家偉落咗嚟啦，甚至乎盧君而家近年雖然佢轉打右閘啊，咁但係佢用個波能力咧都係強㗎。咁啊睇睇咧，可唔可能咧係組織翻啲攻勢啊，有多一次嘅機會咧係俾香港隊有機會破蛋啊。咁啊暫時咧就輸到六球啊。好啦，美斯入咗中間啦，咁望望揈過嚟左邊。咁睇呢個波咧，哎呀！第一時間咧，即刻投入點埋嚟又好嘢，哇！科夫呢個波咧係奮不顧身啊，打橫咧係啱啱殺得好準啊！好，梁建邦俾即斯利，前面開始咧係，你睇咧球證冇吹罰啦，冇錯，吹罰。咁呢個波咧一碰埋咧就已經咧就係、是接戰內啦，奧達文迪咧已經係將呢個歐凡咧推跌啦，球證嘅吹罰。林家偉，咁林家偉同樣咧就以左腳咧係為主嘅踢波嚇。
好啦，呢兩下猜得唔錯啦，但係都要向前先得喎。你永遠喺呢個三個位猜咧，都係效用不大啊。好啦，嘉偉有機會俾唔俾場咧？佢又唔俾喎，又兜頭轉翻落嚟啊。咁始終都係局牌一邊嚇，應該打翻海跳啲好啦。到即使你仍然咧向呢個喺右邊進攻。好啦，嘉偉今次咧俾埋中間過唔到頭，過頭咧就到列寧峰啦。呢邊守門出嚟攞落睇下球證咧。西川龍一話繼續啊，冇事啊。咁呢個波守門員咧係馬哲斯咧搶出嚟將個波攞到噶。咁係啊，呢個波咧亦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啊！咁希望咧就香港隊咧亦都真係有機會可以咧製造到一個入球啊！咁啊，唔好理話輸幾球先啦。咁啊，見到門前咧就薩巴利達咧應該同阿列寧峰咧有少少嘅碰撞，不過咧列寧峰咧應該頭先嗰個波咧睇佢唔到嘅，喺後邊咧就頂住咗佢。但係咧應該撞到少少個鼻啊，冇乜嘢啊，繼續比賽。咁啊，今次咧就轉到過嚟右手邊啦。睇翻頭先慢鏡個波啦，就係呢個線後啊。我哋凌峰都望唔到之後咧，諗住就從後頂個波，哦咁啊自己咧就撞埋一堆添，嗱少少撞中啦，咁啊呢邊啊，迪馬利亞攞住個波，咁啊慢慢踢入中間啊，埋嚟搶啊凌峰都，咁啊頭先亦都提到啦，香港隊喺幾個嘅換人當中咧，其實個用球能力咧係比之前可能就佢哋嘅陣容方面咧就會好咗啲嘅，咁啊變咗喺中間可以咧頭先都大家睇到啦，差咗幾個其實差得唔錯啊。但最尾咧，真係打到去咧，入去個三十線嘅位置，嗰一下嘅傳送咧就差少少。但係咧，希望我哋可以繼續咧就嘗試啊！我呢個波咧踢上嚟咧就球證就吹咗，落咗咧就吹咗越位噶。好啦，科夫咧攞住個波啦，咁啊有人埋嚟攞，梁振邦埋嚟攞就冇俾，咁就再睇下會踢個牆啊！咁踢個牆俾左手邊呢邊郭建邦，咁啊薩巴利達咧頂翻出嚟。呢、这個咧，大家鬥爭爭頂之後咧，亦都線到俾中間盧君怡，哎呀，諗住咧就彈翻去俾梁振邦嘅。好啦，呢邊劉家偉住喺左手邊，安基斯後邊有冇 over 咧嘛？郭建邦 over 咧唔俾，大偉自己試射，咁啊俾咧中間就維珍尼頂翻出嚟，仲有冇劉家偉？高凡翻一步立到，一路推咗落去，兩個夾埋嚟啦，俾翻後邊少少，盧君怡又俾咗地波，哎呀，過唔到馬斯查倫好啊，把握呢個位，希冠踢個直線，邊個快啫？即使你瞓落一踢，咁啊俾希冠再接翻，右手邊有啊，放個直線入去，靚波啊！哎呀，何美斯黐唔到，但係都對住科夫，擺翻入中間啊，大啲位射有冇啊？射唔射到起尾都腳，你兩下三下先射到，但係一樣入啊！咁啊，第一下射唔到，第二下射唔到，第三下終於俾起到腳啦，但係咧起到腳之後冇辦法啦，呢、這個波真係睇住嚟燙啊！因為咧，不嬲美斯嘅射波咧，都唔係話真係好勁嘅射波嚟啊，都係落角度啊，咁啊射地波嘅居多。咁啊，今次呢個波咧就第一下射唔到，第二下都射唔到嘅時候咧，結果都俾佢揾到少少罅位咧，咁樣咧就射翻去遠處啊。反鏡睇一次啦，呢邊又係燙直線，以為呢下立到啊，甩咗啊其實，但係咧佢都唔緊要啊，攞翻入禁區。咁啊，其實拐落去呢下射嘅啦，就一下，第二下都射唔到呢下。第三下終於睇到個大位啦，咁啊，終於就射到佢今場波第二個入波咯，好窄噶咯，嗰個角度都唔係好大啫。嗱，近住啊，嗱，哦，都 OK OK OK， 五個人啊，五個後衞頂住佢，咁啊，大家都見證咗啊，美斯兩個入波啦，咁就一個嘅助攻，咁啊，而家7-0，仲有就五分鐘，咁啊，比數最後會幾多咧？咁啊，但我相信雖然美斯只係踢30分鐘啦嚇。咁但係咧，大家應該都已經係好心滿意足。其實唔係話睇佢有幾多表現，而係能夠即係呢一位攞個4次世界足球先生嘅朋友喺你喺香港喺我哋面前咧，即係為大家獻技。咁同埋咧，雖然踢落好似係輕鬆咗少少，同平時大家睇到尤其是世界盃嘅時候嗰種壓力有啲唔同。好啦，睇埋沙巴利達呢個右路底線畫埋中間先，過曬龍解圍先啊！林家偉撥翻還聂凌峰，咁啊，但係都係送翻自己禁區附近。安基斯咁啊，有佢同高凡咧，其實有翻啲速度咧，都叫做有啲機會可以爭取一下殺向前邊嘅。今次咧，波亦都俾對手跑出去橫邊，7-0。咁就而家就等緊上一次巴西嗰場波好似都係7-0之後破蛋嘅嘛？拉屎嘅係咪拉屎啊？李思明入波，李思明破蛋。今次唔知會唔會有機會咧？希望啦，希望啊！仲有大概咧就4分鐘啊，法定時間。咁但係計埋保時應該就唔止嘅。喂，你睇翻呢個入波咧，以為人多好辦事啦，原來唔係嘅呢句説話都。你睇香港都係五個一支平排咁樣，仍然即係始終即係唔知可能佢哋即係個體能啊咁樣，即係始終美斯一推出嚟咧，係冇人搶出去刪佢條線啊。
好老實講咧，感覺亦都知道係唔敢賣啊！你真係唔敢賣，驚佢通你坑佢。即係因為如果你賣，第一個問題你賣嘅時候咧，賣佢啲動作咁靈巧咁快咧，其實真係一撥一出腳一撥就過嚟噶啦。呢樣係佢最殺食嘅。你睇美斯過波，佢唔會做好多跨。你睇點先？哎呀！廖凌峰爭啲又頂到啊！呢個波又係好機會，爭啲啊！真係要努力啊！香港隊咁啊，其實咧睇翻你話美斯咁啊，你話 C 朗啲咪好多插花好多假腳，你睇美斯唔需要嘅。你睇動作少少，你出少少腳位咧，腳罅邊啊就過到你噶啦。好啦，咁啊睇翻慢鏡啦，就係呢個機會啦，爭啲啊！真係啊，涉多半步都有啊，不過咧又好似有啲越位。喂，反為廖凌峰個機會用多啲喎嚇，佢後啊即係呢個時候你睇到佢推到好前嘅幾下都嚇。冇啦，因為而家都見到咧，就佢換咗梁振邦出嚟啦。咁其實亦都頭先換埋盧君怡出嚟嘅時候，其實本身盧君怡都係踢右閘啦。咁而家佢出埋嚟嘅時候，其實基本上都係喺睇翻個中場位置嘅盧君怡去幫手去中間啦。咁所以咧，聂凌峰咧都可以壓翻前少少啦。咁今日咧呢場賽事咧，亦都係現場觀眾咧就有20,230名嘅觀眾係入座噶。咁大家都欣賞到咧係阿根廷嘅演出。咁當然安坐家中喺電視台喺呢個透過電視睇咧，亦都係一樣啊。咁啊睇到咧阿根廷呢支球隊真係犀利啊！即係無論佢嗰個進攻防守今日睇唔到啦，防守欠奉啦。咁但係問題喺進攻方面咧，即係幾個球員今日即係完全對板啦，喺希古恩打到而家都嚇係 OK 啦。咁美斯出嚟更加咧短短咧即係不足30分鐘之內。已經有兩個入球，咁而且兩個入球當中嘅質素相當高，又有助攻嚇，咁啊大家應該滿意噶啦嚇。啊，見到迪馬利亞攞住個波啦，咁啊俾翻入嚟中間咧。今日其實佢嘅表現都唔錯啊。咁啊講緊咧就係呢個雲基安尼轉翻嚟中間，再轉過嚟，沙巴利達俾翻咧就美斯，美斯一路推埋去啦，又想咧同希古恩咧做組合，細細嚟越過嚟左邊，迪馬利亞吸翻過嚟都係順翻只左腳。腳背咧就少少啊，想撩個高波入去禁區裏邊，俾美斯又俾唔到，去翻外圍，馬斯查蘭奴放一個高波，沙巴列達想掉嚟中間，不過少少塌頭啊，不過仍然咧就係俾香港隊嘅球員咧頂咗出去底線嘅。其實講到美斯咧，頭先嗰個入波一路好似個浪咁樣打橫推咧，喺西班牙係見之不少嘅。咁正如阿迪話齋咧，就算喺西甲好多嘅球隊咧對住美斯嘅時候咧，根本佢哋都係一個浪咁樣咧，係唔敢出腳，只係行。咁啊有少少位咧，其實咧美斯就會咧就自己去搞掂啊。看翻呢個角球啦，好快開出嚟啊！咁啊，沙巴列達又俾翻咧就美斯，第一時間做嚟中間同賓利加咧就又嚟一個組合。咁啊望一望美斯，哇猜得好順啊！同埋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咧，就係話喺啲護傳當中咧，頭先維珍尼啊等等咧，佢哋現位係現得好靚嘅時機嘅，幾時應該突然間現出嚟成一成？咁啊頭先阿鍾英提到啦，就防守方面今日阿根廷我哋可能睇唔到太多功夫，但我哋會睇到好多後衞咧點樣去幫攞緊波嘅人咧，其實係幫得好靚嘅。如果你講緊防守都可以睇樣嘢，就係嗰啲球員咧係對你攻緊嚟，佢埋嚟步你個位，攝你個位啊，搶你個波嗰下咧就功夫到。咁始終都係樣樣爭啲，樣樣爭啲啦。你相對於香港隊或者香港球員嚟講啊，好啦，呢邊就睇啊，點啊你啊，擺過咗一個，兩個過第二個，咁啊即使你咧係實能控到實啊，拉翻出嚟，馬斯查蘭奴。咁啊，睇睇咧，最右有沙比列特啦，佢選擇俾中間啊，巴尼加，巴尼加會唔會再做撞牆咧？俾咗過嚟，睇睇未先啊，右腳一吸，左腳再擺，仲係左腳篤埋嚟，哎呀，呢、這個都係用腳尖咧篤埋去，諗住咧慢流尾袋啊，葉鴻輝好嘢啊，咁啊力挽狂瀾，呢個波先唔使失啊。好啦，咁啊好消息，保持四分鐘啊，仲有四分鐘可以睇下，四分鐘可以入幾多球啊咁樣。好，未先一樣嘢，好頭先阿迪咧話佢即係冇乜假動作啊嗰啲啦，不嬲大家知佢踢波都係咁。佢仲有即係其實對住弱女同勁女啦，即係今日我哋叫做香港隊係即係實力上係冇咁強嘅，佢一樣係咁踢嘅喎。但係亦都因為佢冇賣弄任何花巧咧，你覺得佢哇啲實際波仲攞命喎。而一般如果一啲娛樂性高啲嘅球員，你睇美斯呢個波比內咧越走位嘅呢個波，冇辦法啦。咁前面有一隊閘喺度，佢啲動作同埋推個波俾個波係快到都唔需要做假動作，唔需要做假動作。你即係佢特登引你個波，引你出腳先。做假動作嘅球員咧，有時遇著一啲實力冇咁強咧，佢自然會做多幾下。仲有一樣嘢，佢把握得個時機好好啊！嗱，見到個球迷衝咗入場，我哋睇下呢個時候咧，睇翻個慢鏡先嚇。見到美斯拿車去俾班尼加嘅時候咧，見到咧就係越咗位嘅。咁啊，見到咧就有一球迷就衝入現場咧。就攞支筆啊，俾阿美斯咧，就跟住阿美斯喺佢件衫度簽咗個名喎。呢樣嘢真係
比較奇特。其實阿美斯係唔應該鼓勵佢。係啦，咁啊，唔應該簽。嗱，我哋又講翻啦，就現場啦，美斯咧，開始為現場開始有其他球迷啊想走入嚟啦。係啊，係啊，因為咧多幾個，一個走入嚟啦，第二個嗱，我記得當年咧巴照嚟香港咧就試過咁啦，結果場波咧好難埋到尾。中興係傳染嚟嘅，係啊，因為近年咧、外國嘅球迷多咗好多呢啲咁嘅英雄式衝入嚟。其實美斯都鼓勵過嘅，外國佢真係走去幫人影相啊，自拍我見過，即係衝入嚟。其實頭先咧喺現場咧，係幫咗個簽名嘅美斯，係唔應該嘅。你簽名咪下個衝入嚟咯。咁啊，講翻頭先講翻美斯，即係嗱呢個簽名啦，就呢度。簽名，佢嚟香港一個名都未簽過，我衝入場嗰個可以簽，咁我想唔衝都唔得啦。犯咗規嗰個怎麼簽名啊？係啦，咁啊頭先講到美斯個踢法咧，其實有樣嘢咧，你睇落佢好似冇咩假動作啊。但係佢係嗰種好典型，你停身體壓咗，你停佢就走，你走佢就停，你左佢就右，你右佢就左，嗰個時機咧係捕捉得好靚好準嘅，所以睇落好似冇乜花巧嘅。掹佢好慘啊！我咁標佢好啊，定行佢好啦，都諗唔定我濕埋嚟啊！一標咧驚佢通你坑佢，你唔標咧又俾佢好細位已經轉到腳腕起到腳啊！咁所以真係。咁啊，頭先講翻個少少混亂啦，咁而家小插曲啊，應該控制到啦。其實中興嗱，好多人咧咪就係美斯咧，又唔睬人啊，又高攀啊，又即係唔理人啊，囂張啊。你睇衝入嚟嗰個，佢都咁樣簽名嘅，你就知佢咩人啦。即係佢隨和到，但係佢唔應該簽嘅美斯。如果係應該幫我簽埋啊，唔該。你落去揾佢啊。OK， 美斯一個後爭啊，俾咗右手邊希古恩睇佢去到先，哎呀，一得翻轉頭咁啊，我意思你都逼住佢噶啦。唔得咧，佢翻俾翻後邊嘅薩巴利達。哇！呢度咧轉個方向啦。咁啊，其實咧呢場波去到尾段嘅時候咧，就尤其是喺阿根廷方面咧，喺禁區頂咧好多次第一時間啊，咁撞嚟撞去，哇！撞到咧呢班咧香港隊嘅成班嘅球員咧都唔知點好。哇！呢個波爭啲又涉切入㗎啦。好在咧科夫亦都包翻空門。喂，講落咧頭先個球迷紅㗎啦，肯定成為即係追訪嘅對象啦。我話俾你知啊，今年韋斯咸都有一個我喺現場睇住，佢都紅咗，因為好多 friend 當我英雄。不過咧，佢以後唔可以再入嗰個球場啦。咁頭先嗰個咧，可能唔入得大球場噶咯。咁睇香港睇香港點知佢啦，即係覺唔覺得係？咁但係問肯定佢簽呢件波就直接有電視影埋佢簽嗰度犀利啊嘛，肯定佢真係真嘢啦，係咪？我認得嗰個球迷啊，不過你唔知美斯寫咗啲乜嘢喎。好嘢，林家偉，哎呀，爭啲咧過到，已經過到兩個噶啦，爭啲啊！呢邊希古恩亦都攞得翻，咁啊，比利最多係左手邊，睇到定一人入射啊，定馬利入射，踢唔到底下，第二下再美斯喺左手邊踢過頭，有冇越位？冇越位，大力咗少少，但係冇啦，咁鬼快，一定追得翻啊！咁啊，對住呢邊即斯利都唔敢埋啊，真係啊，吞兩吞，有馬利巴梁浸翻馬利巴，俾後邊希古恩一射，呢個波咧射高咗。咁引曬啲人埋去，結果球證咧都吹長雞完場啦噃，7-0啊！咁我相信咧今晚有睇到呢場賽事嘅球迷都滿意啦。咁啊，對於阿根廷咧，雖然上半場咧就我哋叫做佢唔係呼天，但其實都好強啊。咁啊，上半場、下半場夾埋啦，下半場美斯踢咗呢60分鐘咧，我諗大家滿意啦嚇。希古恩今日點都完美嘅結果啦。OK 啊，真係呢場賽事你踢30分鐘啦，球迷可能唔夠喉，香港隊話夠啦，唔好再踢啦，冇得挑剔啊！因為何輝啊，呢場嘅表演賽我哋好難話從嗰個戰術啊、技即係點去分析啊。但問題睇個技術就肯定咧，雙方技術咧都係發揮得好，特別係阿根廷方面啊。咁啊，暫時呢個時候咧，我哋睇睇先。Hello， 歡迎大家嚟翻嚟現場啊！咁啊，我哋立即同大家睇睇咧，係下半場嘅精華片段啊。係啊，下半場初段幾分鐘冇耐咧，已經有個靚嘅直線啦，一比入去，咁啊以為咧跟反自己搞掂啦，唔係送你一程啊，咁啊送個靚波俾你啊，希古恩，咁啊等你射到咧自己嘅第二個入球，咁啊其實呢個波咧一拖入去嘅時候咧，喺左手邊啊張建峰其實都有少少失位啊感覺上，咁啊所以咧令到一拖入去即刻串曬啊，到佢想再追嘅時候咧亦都慢咗，咁啊呢邊啦加泰亦都唔貪功啊，俾咗較有利位置嘅希古恩。其實去到下半場入了第一球之後就阿根廷絕對就沒有減到這個攻勢，尤其是美斯出賣你，你看這個球美斯真係平時又話佢成日唔喐，你睇一喐幾有威脅性啊！一攞住個波自己一俾入去之下，你睇個斷速爆佢。咁啊，其實呢個波咧俾入去嘅時候咧已經俾歪咗少少噶啦，唔係好啱啊！但係一轉過去嗰下一加速啊，呢個慢鏡就最清楚啦，直線係咪俾斜咗啊？咁啊兜個圈埋去一 chip， 葉鴻輝出嚟都冇計啦。哇！咁啊，你話入到嚟之後真係～
慢慢真係撳掣啊！贏到咧5-0啊！阿根廷呢邊已經嚇，咁美斯以為佢話踢得30分鐘啦，冇乜去啊，唔係啊，不斷咧就去啊，不斷進攻，咁但係咧又亦都就做咗助攻喎，除咗自己入波之外咧，亦都啊嚟個撞牆助攻咧就俾啦頭先俾個波入嘅加坦啦，回敬翻你一球啊！咁啊，令到咧就阿根廷咧已經領先到6-0啦。林嘉偉截到，今次呢個咧就大好機會啦。安基斯咧大步推上去，一路推對住馬斯查奴，右邊咧有個高凡，咁啊一趟，哎呀高出啊！這個、球呢個波咧其實咧佢俾得好靚啊。咁啊高凡其實上去嘅時間亦都好好，咁啊只不過就最後一腳啊真係啦差啲啦。咁啊呢個波咧一俾入去。咁啊，略嫌咧就場地真係有啲彈啊！咁啊，個地下咧其實都有啲鬆鬆地啊！咁啊，結果一趟之下一彈高，唉，掃把腳一趟，咁啊趟高咗。唯一一個就大好機會破蛋嘅機會咧就冇咗啦。好啦，咁啊之後咧，其實咧就阿根廷咧亦都咧有一個好快嘅攻勢，咁啊即使你呢度鏟翻出嚟，希古恩咧，其實今場波嚟講咧，希古恩咧真係唔止淨係做入波進攻啊，自己咧都好多時翻嚟回防之餘，亦都俾到呢啲靚波。咁美斯啦就話佢啦，頭先講過啦，第一下、第二下、第三下射啊，都又搞得掂。咁啊，差唔多咧，睇到定咧就任佢燙咁就一燙翻去遠處。咁啊，就算咧葉鴻輝就係準備得幾好都冇用咧，呢個波喺大概咧就呢個位置啦，就18碼左右燙翻去遠處嘅位置啊。你睇四個嘅港隊球員圍住佢，有陣時真係冇辦法噶啦，亦都不能怪曬佢哋。你睇佢埋去行，真係唔敢出腳啊！你睇少少位你再埋咧，郭健波想再出嘅時候一撥橫已經過啦。咁啊，到陳偉豪想轉身再去，其實咧回身亦都唔夠快啊。咁啊，結果真係啊，阿根廷咧贏7-0噃。咁啊，最尾咧呢位球迷咧就係簽呢個名上到直線啦。但係從技術層面睇，真係無謂可擊何費啊！何家阿根廷真係啊，的而且確啊，就喺級數上面就相差真係好遠嘅。咁啊，頭先其實都提過香港隊咧，就今日咧就比較多嘅球員可能攞住個波嘅時候咧，想自己去衝一段啦。咁但係就呢個嘅成功率會比較係低啲啦，反而去到後段啦，空位多啲嘅時候，間歇嘅反擊咧係有啲威脅咯。冇錯，咁啊結果咧呢場賽事咧7-0啊，咁啊阿根廷咧係贏香港。咁啊今日咧在場嘅球迷以及家庭觀眾應該滿意。好了，我们的直播到此为止，拜拜。拜拜。